这个为了六队封箱啊，我从天津刚回来。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因为什么呢？张小伦说他们这个封箱需要一个颜值天花板。我一想，我受点罪，我回来吧，是吧？冷不冷？要是觉得凉呢，一会儿就玩命鼓一鼓掌，好不好？今天的节目也比较精彩，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我们这一个下午一直也在忙活啊，这个张小伦他们一直也没闲着。今天所有节目应该说是倾情奉献了，我们已经这个一下午的时间都没闲着，都在做这个事儿了。也请您呢踏踏实实坐住了。这个在举着手机照相录像的过程，也给我们演员鼓鼓掌哈。嗯。我刚才还去了一趟九队，我还去了一趟九零他们那儿，他们那儿也挺热闹的，他们那儿也挺热闹的。后来我给他打了一个视频，咨询了一点小游戏，他保密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后边也会有一些小游戏，也会比较热闹。嗯，哎，大家找座尽快啊，我们演出马上开始了。先给大家呢留一个小小的作业，你们可以想一想，对于我们这些演员有什么想问的，一会儿肯定会有一个环节让你们来提问。当然了，我也可能不理你们哈。好了，那我们演出就正式开始了。今天是个好日子，这个我们几个剧场都在封箱，几个剧场的小剧场小园子，我们各个演出队都在组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演出。那今天这里是天桥德云社，我们德云社的旗舰店，一台精彩的演出即将奉献给您。好了，演出正式开始，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小葵、梅九亮。相声大会从我们哥俩这算是开始了。对，头一场呢，我们俩跟你演出。是，放眼望去啊，来了亲爱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多，嗯，特别的开心。是，也是我们德云六队的一个小封箱。是，演完这一场呢，我们以后呢，就是比如今年呢，我们就不会再演了。但是对于我们哥俩呢，以后演不演还是一个未知数。您打算退出？我不是打算退出啊，离开六队。我怕给我离开六队，所以说非常的感慨，是，也很激动。但是站在舞台上呢，放眼望去来那么多人，嗯，我们俩就想给大家伙儿拜一个早年。早年是不是？我先别磕一个，是不是？嗯、这个拜一个早年，你准备好了吗？这我准备什么呀？咱俩这你讲两句啊，讲两句那就是咱们最后一天了啊，好好演出是啊，然后当着各位咱努努力，对不对？啊、给各位表演。对，那可不都这样吗？拜年不是就应该是？新年快乐吗？不是，这不还没呢吗？啊，这不还没到。但是过两天咱不是不演了吗？哦，那是你不演了。怎么，我让人给调走了？不是不是，对不起啊，嗯，因为我有别的活儿。你都有活了，干嘛我凭什么没活啊？不是，我跟你不能有什么大活，我跟别人不行吗？不是，这话什么意思呀？台上撅我。不是，什么叫台上撅您？就是说啊、嗯，您是放假了 啊，但是啊，部分演员还有那个没放假的，谁没放假呀、啊？那就别问了。不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可以问一问，问，因为我觉得在座的各位肯定比我更想知道。啊，是啊，想知道，对，都谁还有节目？是，你说一说。那多了呀，啊，伦哥，啊，伦哥那除外，嗯，那个九南。九南还在吗？那个托尼夫还活着呢。不是，活不活还在吗？这是聊天啊。啊，就是人确实是不光这个演完了今天的人，往后还有活呢。啊，都有活。对，人春晚也得有啊。谁呀、啊？谁上春晚了？你舅舅。我舅舅是那是应该不去吧？今年没说那个春晚啊，别在这春晚去啊。行行行，嗯。相信各位也有这个头一回来的，是比较陌生。嗯，怎么着，人家有活咱也祝愿人家，让人家开心有活。我们没活呢，就是不太像开心呢。挺开心，挺开心。你咬什么牙呀你？都快过年了嘛，挺开心的。是，我们没活呢，但是我们坚守这个小剧场演出，嗯，给您奉献更多的更热闹的节目。是，但是也希望你们呢能记住我们叫什么。对，想必各位也有那一些人。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呢？啊，背不住。我们怎么着也得介绍介绍。是。还有人想知道我们叫什么吗？不想。
那个最后一天了，各位啊，最后一天了。听这语气不像开玩笑啊。啊，我觉得他们听这语气也不像开玩笑。那行，那咱换一种方式吧。啊，除了这个部分不想知道的，你们想知道吗？想。这个答案还是比较措手不及的哈。啊，这个不想知道的话，那有人想知道他叫什么吗？想。啊？啊？那你家在炕头了是吗？聊着聊怎么上炕了吗？哦，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行，既然大伙儿也不想知道他叫什么的呢，我们俩。你再听一听行不行？啊，行。你说的响，那我就提提你。嗯，他叫梅有亮。显个。我想听听你们的掌声。这不听见了吗？我叫梅有亮。显上来。听一听。各位，我叫李小葵。好好，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场了啊，咱就这态度，看来不提个人是今天过不去这个杆了啊。您过不去什么？过不去这个杆、啊、那不叫过不去这个坎吗？我能过的这那个坎啊。好，我跟你说啊，提起我师傅来，那就是响当当的人物啊。您师傅叫响当当。你师傅叫滴里咣啷啊？没有，我师傅叫德刚。德刚不错，德刚。是不是、嗯、我师父叫响当当的人物，那不还是叫响当当吗？不是叫响当当。你说的我师父叫响当当的人物，我说错了、啊、你弄死我吧。啊，好，对不对、嗯、响当当的人物、啊、是。我跟你说，我师父叫栾云平、啊、谢谢。提起栾云平来说，那也提起他的徒弟。嗯，我叫李小葵。哦，栾云平也不行啊！啊，对，大哥说的对，换一个，提起我的舅舅，那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您舅那是前两年，啊，这两年不行了。这两年不错，这两年最起码他活着他。好，乐什么呢你？你管得着吗你啊？他这个乐的，但是那孩子乐得很棒。提起我的舅舅来，我跟你说、嗯、吓你们一跳。那不至于的。至于啊，您舅舅。我舅舅叫岳云鹏。哎，谢谢啊，你这个鹅还不如孩子那个哈哈呢。哎，就你舅舅岳云鹏还不如栾云平呢。那最起码我是德云社第一关系户。谁呀？我呀。你要点脸行不行？我怎么不要脸？哪你就第一关系户啊？啊，那郭麒麟怎么说呀？那我是德云社第二关系户。郭汾阳。我德云社第三关系户。王九龙。我德云社第四关系户。张云雷。你们德云社怎么那么多关系户啊？不是，怎么德云社怎么全关系户啊？废话，不是关系户你也进不来呀。啊，这倒也是。这个废话，哪儿有那不是关系户的不是进来了吗？比如张立民。张鹤文。是啊，就不是关系户，三进三出吗？啊，行，那我是德云社第一人渣。好。你早这么介绍啊，这掌声不就有了吗？今天这个演出太难演了。嗯，既然提到德云社第一人渣呢，那我就正儿八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你们还想听吗？我都人渣了还不想听呢。嗯，在座的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啊，各位。行吧，你们开心就好吧。在座的都是我的爷爷奶奶，各位。行。哎，你过年不少挣吧？不少挣什么？不少挣。你现在磕准有人掏钱。那咱这么聊天的话，我磕我能死着？我这个，这么聊天的话，谁还没有一个心疼孙子的心呢？我，啊，都是狠心人。我设计的跟他们互动不是这么回事啊，怎么那么费劲呢？是不是？介绍一下这个孙子，我怎么那么欠呢？你应该说介绍自己。德云社这演员最底端，我叫李小葵。嗯。行吧，你们这么牵强的给掌声呢，我也是应该认认真真的给你们各位鞠躬。啊。我想问大家一会儿一个问题啊。嗯，你们各位来这儿冷不冷？
冷啊，冷啊，那就好办了。怎么叫好办呢？冷你可以跺跺脚，真的，跺跺脚。跺脚管用吗？因为你脚暖和了，最起码身上就暖和了。哦。你跺完脚以后，那你还冷吗？还冷的话也有办法。什么？你鼓掌。嗯。鼓掌。为什么说要鼓掌呢？为什么？你看这个掌啊，是一个高尚的上，一个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鼓掌的手啊，就是高尚的手。听见这个怜悯的掌声了吗？我听见了。你不感觉各位都不想理你吗？哎，就您这个包袱啊！啊，哎，就这个包袱啊，在座哪一位没听过？是都听过。对呀，啊，马三立都不想演这包袱，知道吗？马三立活了。妈，这叫什么话？这叫就是说愿意跟大伙儿互动，这不是应该的吗？是是是，对不对？你也应该拿点真能耐呀！拿真能耐啊！对呀，我倒想拿呢。嗯，他都没报我演什么活。你忘了？哦，对，主任，他说的是相声。主任聊这么半天，我也知道尴尬，我演啥呀？哦，他是不是忘了呢？我不知道他忘没忘，但是我尴尬了十来分钟啊。哎，那不重要。怎么不重要？毕竟都是你的爷爷奶奶。我的爷爷奶奶没有包容之心呢，不让我介绍我呀？不是，我现在此时此刻我还再拜个年，再拜个早年，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好嘞，得嘞。我们哥俩给您拜个年，嗯，这个不能代表德云社，只能说代表我们个人，嗯，祝大伙儿新年快乐，嗯，这个人呢，我跟你说啊，拜完年以后，依然咱得入个活，要不然咱俩下不去。这样，我看你聊半天了，你也不说话，是不是？我跟你聊两句吧。啊，您说，是不是？嗯，你这咱是合作两三年来啊，你这个人不错，你这个人。就是你要努力，你这个人，以后啊有上演，呸！你催我干什么？没完没了了，你是不是啊？怎么了？哪就说着说着，我这人，就是说明你这个人好。那您别催呀，以后要好好努力，好好说相声，那是应该的，是不是？咱共同努力嘛，共同努力。对呀，那我也不想要你了。这叫什么话呀？不是这叫什么话？嗯，因为你看看人家那捧哏的，你看看人高九成。是不是没有那条疯狗照样有三宝啊？你再看看你啊，您的意思我这能耐不行？是你这能耐不是不行，这能耐有点踢我啊。那您的能耐行吗？我能耐不行，但是我有后台。那管什么用去，各位也没给面子呀。各位没给面子是今天最后一场了。我问你啊，嗯，哎，就你师父岳云鹏，呸，那个就你师父，你师父栾云平啊，你舅舅岳云鹏怎么了？就这俩玩意儿，不是那个这俩人，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上演吗？为什么？倒霉到你个破嘴上了。不是，我就什么叫这俩玩意儿啊？我就问你啊，嗯，就这俩人这么帮衬着你，嗯，您这相声学的怎么样啊？学的还行吧，没瞧出来呀。那就学的不好。对呀，哪？哎，我问你啊，嗯，平常那个商演也没有您吧？对啊。那个综艺也没有您吧？是啊，就平常在咱这个园子演出啊，当着各位。嗯，那您这也长不了能耐，怨我了。那我怎么长能耐呀？跟他们学去，找你师傅。哦，跟他们商量，跟他们商量。对呀，我跟我师傅聊的最多的不是相声，那聊的最多的是喝酒。你确定找的你师傅不是找的张鹤伦？张鹤伦酒量已经下去了，糖尿病都上来了，酒就别喝这么些了。不是，那你也得长能耐呀。长能耐，那就有点太长不上去了。啊，您师傅也不教您。咱俩别在这尬聊了，咱入活吧，行不行？都简直说没报什么节目呢，没报节目你就说一个吧，我会什么都会。啊，那可以，那可以。这么着，让观众挑啊，让衣食父母挑。你再想想。我想清楚，衣食父母您挑，您挑什么我们演什么。哇，不，大演什么大演就演了，演什么大宝宝？哪有大宝宝？没听，你这耳朵中耳炎是怎么着？中耳炎治大保镖啊！大保镖，一寸强一寸长，这个演呢？你会啊？啊，你来吧，我逗哏，你忘了？是你逗哏呢？这不是吗？不是说了吗？展现您的能耐的时候到了，给各位热热闹闹的演，观众是挑什么您演什么。谁说的？我说的呀。你挺能耐，你演个文活吧，行不行？啊，您那演点有学问的。对，咱俩都是有学问的人，这不就入活了吗？我没有学问。
我是有学问的人啊、哦。你有学问？对，你有什么学问呢？我会写对联。那你瞧，你瞧瞧，对，哦，您会写对联？什么对联我都会写，是吗？对，照您的意思，我是不是该出题目了？是，太棒了！哎呀，你看着我眼神看见了，看见了。好，这么着，嗯，给眼神写一封啊？拿什么？拿什么？博士，博士，不是给煎饼写吗？我又不在天津，我给什么煎饼写呀？不对吗？废话呢，煎饼各位都知道是不是？撑圆面稀刮开大，葱多酱少卷上长，还有一破包袱，越吃越短。这有什么呀？这不是我的词儿吗？啊，是您的词儿。那给厕所写，进门来呲牙咧嘴，出户去展眼舒眉，先拉后擦。给诸位写，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听我们说相声，敞笑开怀，横批多福多寿。哎，就这。观众乐吗？观众乐不乐我不知道，你把我词儿都说完了。是你，所以你得让观众挑啊。合着两分钟一块话说完了，你可以演别的呀。演别的行吗？大伙儿点吧。哎，对，点吧。还想听什么？啊，文章会。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孙子，你是干这个的吗？我怎么不是干这个的？文章会您不会啊？啊，苏文茂代表节目啊。苏文茂是谁呀、啊？苏文茂都不认识啊！啊，好，行行行行，那传统的，传统的什么？找点简单的，简单的，打得谜行不行？打得谜就是你见过王八摇头吗？这你简单，是简单。我不光见过王八摇头啊，我还见过周九良摇头呢。那你的意思是周九良就是王八呗？没听说过啊，那灯谜也没什么呀。打灯谜各位都听过吧？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小孩醒来要撒碎，对不对？还让观众们抄一便宜，我说妈，然后那边答应，我没去啊，对不起。没有亮，你是过瘾了吧？不是不是，你知道此时此刻我有多尴尬吗？我能抠出三室一厅来，你信吗？下边第二十，哎，表演一个抠啊，是吧？抠不出来。你学张九南，你挠啊！我学什么狗啊？那还演什么呢？演点别的呀？什么？怎么着？啊？哎，规矩论总行吧？规矩论行，规矩论可以啊。啊，哪儿话多哪儿话少，你知道吗？你说吧。啊，这个厕所呀话特别少，是这个吃饭的地儿话特别的多。哦，咱俩在这表演表演。啊，您说这个啊？是。那我得问问您了啊。啊。哎，饭店哪话多？饭店哪话多？对，原来不是这么问的词儿啊。对，你不得来点新的吗？饭店哪话多？饭店分前后厨啊，是吗？还有前面哪话多？没有亮，我不知道你今天要干嘛，反正我知道我很尴尬。不是，您不是表演节目吗？表演节目现在没活单子，然后我说两个你不行，你非得把这个说话的权利放给他们啊。行，这你们再出一个题目吧。不不不，别让各位出了，是他再出我就死这儿了。诗书交给你，书这么着啊？嗯，八扇屏会不会？我此时此刻是应该会是不会吗？你的扪心自问，你会不会？让各位听一听您这贯口怎么样？那我不会。那不会像话吗？起码来个小孩子粗鲁人，这基本功啊。小孩子前面有。不是，我没问您前面小孩子知道吗？啊，就是贯口，这您得会吧？贯口小时候学过吧？我师傅没让我背。不是，合着什么都不会？你放心，就这几块活，嗯，明年我在六队全给他演喽。我不能让人看低了我，但是此时此刻你问我，我该怎么办？那我交给你啊！啊，来上这儿。不是，我不是逗哏吗？哎，对对对对，是。嗯，哎，这个时候逗哏问，嗯，您是不是得问这句？是逗哏的问。对对对，来来来，谁问谁呀？问我。我问你。对，我问你。嗯，太尴尬了，你。嗯，您是？我是你爸爸。这就完了。你过来，完了，下班了是吗？
啊，我在基地就是这么学的呀。你在基地学的有那三番四抖吗？有那包袱的结构吗？是这么说相声的吗？您是啊，我是你爸爸，这就完了。中间什么东西都没，连个过桥都没有啊，这叫什么？不是，我们德云社得按照这个相声的结构一点一点的走啊。啊，我明白您的意思。对呀、啊，三番四抖啊啊，就情理意外的那个。对呀、啊，情理意外，意料之中的，就那玩意儿，你会不会啊？会呀、啊。问教师叔呢，这来来来来来来，是不是？没问题呀、啊。我再问了啊啊，来问，您是？我是啊，我是你爸爸。你先等一会儿啊。怎么了？你这有点过分了哈。啊，没有这样的啊。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嗯，是你这么挤兑我的呀。那这对不起，对不对？这不是想给各位表演表演吗？还表演，你也不能这么挤兑我呀。一年当中了啊，我明天还想跟你合作呢。啊，可以，是不是？是。那这么着，咱展示展示怎么样？展示什么？您说你有什么能耐，咱展示展示。我只会打灯谜。那就好比方说啊，你起码来一个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的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杨高县俱乐部周始庄大东孤山峰镇金宁平地圈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岛营旗下营陶普奇呼和浩特萨拉奇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狮子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山。怎么不鼓掌呢各位？这您小时候没学过吗？我学过啊。您学过？我学过，我也学过一个啊。我学一个菜单子行不行啊？那可以啊。行不行？没问题啊。菜单子各位啊，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是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着鲤鱼，抓着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馍，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烩全碟，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炒海参，锅炒白菜，炸开耳，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肥前，炸翅尖，清蒸酱肉，糖溜千石米，是三鲜木须汤。哎，好。还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鸭丸子、鱼脯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锅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料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涮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汆三肉、爆三肉、烩银丝、烩散蛋、溜白杂碎、三鲜一翅、里子一尖酸火里，是板鸭筒子鸡。太好，谢谢。下面请您欣赏相声《金龟铁甲》。哎，这个为什么主任没上来报幕呢？什么原因呢？后台丑不知道演什么呢啊？嗯，这个在后台啊编纂一些新作品。是吗？真是挺临时的哦。本来说这个得首先来说封箱啊，嗯，德云社的相声封箱是得有相声。那当然了，咱们得继承传统。嗯啊。不是，你要都不演相声，怕得让人骂话了。就是说呀，也得演两个相声，得有，对不对？得有人，有的观众人可能第一次来，嗯，人这一年就抢着这一回票。是，哎，咱们上德云六队听听相声去吧。到这儿一看，怎么改密室逃脱了？是不是？人也纳闷啊，改行式了，是不是？嗯，所以我们前面必须得安排点相声。对，但是您各位大多都是老观众，嗯，您明白一个问题，什么呀？今天这种场合啊，你说说一个传统相声，其实不好来，对，对不对？大伙儿都听过啊，你好多包袱啊，好多段子都听过。是，原来我也不这么认为，是吗？我看了头一场，我就确定了，你知道吧？你想，他们把这所有的活都基本上刨一遍了，嗯啊。也没有什么用，嗯，所以说啊，这种场合啊，作为演员啊，其实不愿意说、嗯、说相声啊。你说说的乐，你应该的，对你干的就是工作，嗯，说的不乐还罚你，你这谁受得了啊？嗯，可不是吗？对不对？所以说好多人就不愿意演，啊，但是呢，我也跟罗哥说了，说什么呀？我说哥，我不想演了，嗯，我说我现在我虽然说没有羽毛吧，嗯，对吧？我也有点鳞片什么的，是不是啊？你才没淋呢，傻子！我说我也挺爱惜的，我说回头这尴尬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伦哥说，没事儿，啊，没事儿，你踏实住了，你得有这个心态呀。啊，你不乐就不乐呗，
观众你们演不乐才能显得我们那好啊，对吧？衬托来了啊，所以说我们家还得再说一段相声。嗯，后边什么行程什么安排我真不知道。嗯，因为刚才我就负责在这儿，我得听着呀。嗯，因为我刚才上台之前我问李小奎了。嗯，我说你演一什么呀？嗯，我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哪儿结束啊？我看你哪儿结束我好上，你贼着点吧，好吗？还得自己贼，所以我就一直在这上城口这儿站着呢。嗯，他们后边现在你听后边还研究着呢。嗯啊，而且这个对于艺术这种东西啊，有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你比如罗哥说，哎，我觉得咱一会儿来一这个，这也挺有意思的。嗯啊，张伟南说，哥，我觉得这也不太好。嗯，杨光彤说，要不咱来一那个。嗯，老行业说，我觉得一般。嗯，然后后来呢，就什么都不弄了，知道吗？谁研究不到统一啊。嗯啊，这个让他们研究吧。嗯，研究据说一会儿还给我安排个活。是吗？给我安排个活。你啊，你说这多恨人。嗯，你都不让我听什么内容，你给我安排个活。嗯啊，我们这个呢也得说一会儿。嗯，尤其今天封箱。是啊，小封箱。嗯，挺好的。这个我们六队啊，大伙儿可能熟悉的也知道。嗯，不光得有相声啊。啊，因为你不能从头到尾都不可乐，是不是？对啊，你也得安排一下可乐的东西啊。嗯啊，一会儿可能演一种不懂不同的形式吧。嗯，不同形式的东西。嗯，目的其实很简单。嗯，我们其实从下午2点就开始研究啊。嗯，为了让博您一笑。嗯啊，您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对，这个也有意义。是，是不是？毕竟都花不少钱来买的票。可不是吗？尤其今天观众看谁的都有啊。你比如说有看轮哥的。有啊，看谁的都有啊，对吧？嗯，所以说呢我们呀就看他一个人啊。不是，不是说就看他一个，主要看他的多一点嘛。他队长嘛。啊，他又是师哥。嗯，对不对？你比如说除了看他以外。嗯，有看朗哥的。嗯，对不对？有看那个九南九城。嗯，九海萧白。对啊，九重。嗯，就看这些人，也就这些。是不是？对，还有说看看说弄个酒缸喝一口的，是不是可以呀？啊，酒缸是泡鱼用的啊。就说人看谁的都有。啊，那是我知道啊，所以说咱们就都要卖卖力气啊。是，是不是不能偷懒儿？哎，没错。嗯，这就是咱们应该干的活啊。人今天台上多喜庆。嗯，弄了好多的花。是，好看呀。都多久没有看见观众给演员送花了？嗯，这现在是2、4、6、6束。哦，这还有俩啊。八，对不起，对不起，我散光。这是六个吗？不是吗？2、4、6，这就四个，八嘛，总共八个嘛。对呀。啊，八这个数字吉利啊。啊，是不是？是，发发发。嗯，对不对？对，有钱。哎，跟你一样。我？哎，你不就有钱人吗？我一般。你别一般的，你一般我更没法入伙了。你呀，啊，我一般，对吧？一般很有钱，对不对？他这个。你没事，我一后边还有一分呢。哦，谁知道你第一分就完了。废话。嗯，你分跟谁比吗？嗯，跟我比你不算有钱人吗？对，是不是？那肯定的。哎，家里本地人吗？啊，北京人。北京人。嗯，北京什么地方呢？就朝阳区的。哦，住在朝阳。住朝阳。是租的房吗？不是啊。哦。嗯，都没有房现在是吗？不是，网吧。公共厕所铺一被开空调。你怎么什么都看呀？不是，我试过。就是你试过？我试过，视频刷过。不是，我没租房。没租房。家里有房。哦，家里有一套房。是有一套房呢。然后呢，就是可能也不大，3平米啊，一个复式。这你3平米还是复式？你们家住鸽子窝里头啊？废什么话呀？不，多大？100多。什么玩意儿？100多？面积100多，100多平米，100多，那得多少个鸽子窝呀？我就弄鸽子窝了，是吗？100多平米，100多平米就是还行，也不算大，可以。这有200-300的呢，还。啊？我说人家还有200-300的呢，我没有。你没有200-300的，那你说这干什么呀？我有2-3套啊。哦。哎，拿住点价好不好？2-3套北京的房，哇哦，哇哦，可以呀。啊，住一套，富豪，是不是？北京这样的多了，土豪，是不是？没你土，土，完了给我挡了。对，谁说我土行？不，水库的没有那么土行。你看，你有两三套房，那房，北京的房，大伙了解值钱啊。
对不对？还行。而且在几环？四环。四环是南四环，东四环啊，东四环。东四环，那不就是三里屯再往南往东一点吗？三里屯往东，那叫东北四环。哦，东北四环。啊，你们北京人说话这么严谨啊？是啊，就东四环。东四环。东四环现在住着一套。租着几套？租着那么两三套。别捂，我就气他呢。我不羡慕这个，这有什么可羡慕？我要是北京人，我也能整一套。你看，说不可能啊？万一呢？对不对？万一有那个有钱的小姐姐呢？就是说。有钱小姐姐找你啊？找我怎么了？找我瞎？对呀、啊，赶上万一有个瞎的小姐姐呢？听我这声音特别的磁性，找你正合适，鱼找鱼，虾找虾是吗？对不对？啊，可以，可以，的确是有钱人，但是啊，咱实话说，您对他可能不太了解。怎么了？你那么有钱，那个钱也不是，也不是，别闹，别闹。那个有钱上哪儿忘了？不是，有钱也别看表，别不看表，不看表更没有钱了。超市还罚钱呢，是吧？就是你那么有钱的钱是你挣的吗？不是，还是的，还是的，不是你挣的吗？谁挣的？大大方方说。父辈。哦，他挣的。没事，甭理他。父辈就是你爸爸挣的。对，你爸爸是有钱人。比我强。那肯定比你强啊。你爸爸是，因为他爸爸打小就有钱。他爸爸你想年轻20多岁那会儿就有钱。年轻的时候那会儿还没结婚呢。啊小光棍一个。有钱，有钱，你有这么多钱干嘛去？出去造去。出去挥霍，就胡花呀。干嘛？怎么胡花呀？就是上夜店。他那会儿就上夜店玩去。你看你们家这遗传吗？就是上夜店。谁遗传呀？我现在去吗？你现在是不去那个关门的，就是去夜店玩去。蹦迪，那会儿实行蹦迪吧？是，有慢四。嗯，慢四、中四。嗯啊，快三，是不是有这个？是。哎，愿意蹦迪。嗯，在那个迪厅啊，迪厅认识的他母亲。乐，你给我滚啊！在迪厅认识他母亲，两个人啊，真是那老话怎么讲？叫一见钟情。啊，一见钟情。你先等会儿吧。一瞧他母亲，哎呦，这个妞长得行了。在迪厅认识的我母亲，合着我母亲在那儿工作呀？你胡说八道！你一月挣多少钱？你给爹妈都豁出去了。我豁出就是你说的，刚才逆子，你就是个逆子，知道吗？我说你妈在那上班了吗？你搁钱。什么意思？往浅地儿游你就知道了。对对对，我说你妈在那上班，我说你爸爸在迪厅认识的你妈。我说了，我说李九江他妈在那上班，好家伙，老能挣钱了。我说这话了吗？你那个就是那意思。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那迪厅叫富贵人家。传统包袱也乐嘛，就是这是传统包袱吗？这不是臭鱼你。这个不值得一乐啊，就是说行，你说吧。你父亲在迪厅，你母亲也上迪厅玩去了，俩人都去那儿消费去了。对，而且他母亲蹦迪蹦得好啊，他跳得不错呀。您这现在您看不见了啊。您这啊，对不起，我妈没来。谁说的啊？是没来，知道吗？是没来。你再看他，我掐死你。说他说他是你父辈，就是说呀，他母亲蹦迪啊，在那里都有外号，有一号啊。那当然了。叫什么名字呀？他妈叫滴露。滴露。你爸叫威猛先生。这滴露、哎，你是夸我爸的吗？什么叫威猛先生啊？滴露不明白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妈就是蹦迪中的玛丽莲梦露。简称滴露。这谁起的名字？这是你姥爷。我姥爷给我妈起这名字？对呀，你姥爷看你妈，哎呦，蹦得不来呆呀，闺女。合着你姥爷就喜欢玛丽莲梦露。合着我姥爷还去那迪厅观摩去呢，是吗？你们家祖祖辈辈遗传这个吗？就是说喜欢
蹦迪，嗯，俩人认识了，哦，俩人认识，结婚吧，嗯，你想两口都有钱，嗯，他爸也有钱，他妈那更挣钱了，更有钱了，嗯，两口子就结婚了。但是啊，咱实话说，结婚之后虽然说日子过得很富裕，但是有烦心事儿。什么烦心事儿？两口子迟迟没有孩子。哦，这个东西其实咱实话说，对人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迟迟的胡说八道，跟着什么就迟迟没有孩子呀？你才迟迟没有孩子呢！你迟迟没有子，你这我他没孩子，我是谁呀？我说我你这是哦，赖我了啊，赖我了。这个赖你干嘛呀？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赖我没说清楚啊，有你有的比较晚，对吧？嗯，是，是不是有你有的比较晚？啊啊，你想你爸爸和你母亲有你的时候都多大了？反正岁数不小了，四五十岁了吧？对，哎，对不对？俩人结婚了，你想二十多岁就结婚了，嗯，四十多岁才有的你，嗯，怎么有的你？你知道吗？怎么有的我？知道吗？先说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嗯，我知道，别说娃娃，我知道，我们叫铁甲将军，我知道啊。你知道？我知道啊。那怎么回事？你说说。你还小，你不懂这个。嗯、这今儿我就不跟你们普及了。的确，这有一些很多科学问题在里头。你别想知道是吧？我比他们还好奇呢。怎么回事啊？两口子一直没孩子，嗯，难受。突然有一天，你母亲做了一个梦。做梦？哎，梦。哦，论梦了，不是论梦。哦，你会的不少啊，我听的不少。不是论梦，嗯，做了一梦，梦见什么？什么呀？天上南天门开了，开门了。哎，南天门开了。哦，打南天门里边出了一个老太太。哦，骑着一头牛。嗯，哎，后边呢跟着俩小孩，小孩俩小孩、嗯、俩小孩呢手里都拿一个大的那个缩了蜜棒棒糖。嗯，缩了蜜棒棒糖。哎，这老太太呢手里抱一孩子，啊、嗯、腾云驾雾啊，就到了你母亲的跟前。哦，哎，这老太太抱着这孩子，嗯，就递给你母亲。啊、嗯、你母亲说，不是我的，我不要，是吧、嗯、不要。哎，这就是给你的，这就是你的。嗯，不要钱，你拿着吧。嗯，哎，往你母亲手里一交，你母亲就醒了。哦，他就醒了，知道了吧？知道你说这不对，我知道你说这东西怎么能不对？这南天门开了呀，出来，对，我这背半天词了，怎么能不对呢？你这就不对，你说说，出来这不是牛啊？什么？这是麒麟。哦，郭麒麟。对，不是，郭麒麟干嘛？那就是麒麟。嗯，就是麒麟兽，麒麟兽啊，就是四大神兽啊之一。嗯，有麒麟，还有那仨，是不是？对啊，那仨就是水里的了啊。然后呢，后边跟着那老太太呀，嗯，送子娘娘，送死娘娘，嗯，送死娘娘干嘛呀？送什么？送子啊，送子娘娘，嗯，那是给你妈送的。送子娘娘，送子娘娘，别太儿化音呢。我这不是学你说话吗？后边那俩小孩啊，谁呀？金童玉女。哦，斗公训女。嗯，你会的也不少啊。金童玉女就还不听，还不太好说，是吧？是，你这个嘴笨点啊。然后拿着那个不是什么缩了蜜棒棒糖，是奇趣蛋。不是奇趣蛋干嘛呀？啊，还巧克杯呢。哦，巧克杯。那个呀是龙凤扇。哦，龙凤圣诞。龙凤扇。哦，龙凤扇。你嘴里边有毛病是吧？你那嘴里才有毛病呢。你那龙凤扇有沟，你嘴里头我尽力了啊，嘴里有老刁。抱那小孩啊，那小孩就是我，抱的就是你啊。对，这叫麒麟送子，麒麟送子说的就是这个。哦，那你这么一解释我明白。明白了吗？麒麟送子。嗯，哎，往他母亲手里一交，对，他母亲醒了。哎，醒了。醒了也吓坏了啊。是吗？哎，嗯，我孩子呢？我孩子哪儿去了？哦，是个梦儿。还个梦儿，赶紧就去找他爸去吧。哦，我跟你说啊，老王，嗯，坏了坏了，你快过来。这老王又是谁？是我爸爸吗？是你爸。我离异九千，我爸怎么老王啊？这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了，我们俩得一个姓。我说你爸爸姓王了，你说老王，你爸姓李，叫什么呀？李老王吗？李老。我们家这名字都够特点的哈。哎，老王，过来过来过来，叫老李好听。好，老李。嗯。我刚才做一梦，嗯，梦见就念念念念念似的，嗯，他也不会学舌，他爸一听，嗯，哎呦，巧了，
啊，我刚才也做一个同样的梦，他也梦见了，这叫什么呀？嗯，梦梦消消乐，知道吗？消消乐干嘛呀？哦，连连看，嗯，就是你梦梦相通啊，对，梦梦相通，嗯，哎，俩人梦一样的，嗯，你看这玩意儿都很神奇啊，嗯，做完这梦没过多长时间，嗯，你母亲怀孕。哦，怀孕了，好家伙，这肚子开始显怀了，是大了吗？哎，怀吧，咱正常来说，嗯，一朝怀胎，嗯，十月分娩，对，对不对？嗯，怀十个月基本上就瓜熟蒂落，是，但是你不是，我呢？好家伙，十一个月，你都没出生，十一个月，嗯，这你不懂了吧？啊，这叫过月的小子贵如金。哦，还有这种就是自我安慰的方式是吧？对，你们那边说金鱼啊。哦，过月的小子贵如金，嗯，可是你十二个月都没出生，那你这也不懂了吧？什么呀？过俩月的小子贵如白金，越来越值钱。你十三个月你都没出生，十三个月，再给我说一个，十三个月，嗯，钻石，对，你见过钻石吗？见过呀。你十四个月你都没生，大钻石。十五个月你都没降生，这你不知道啊？啊，你们秦始皇。当时他怀他的时候，嗯，十三个月都没降生呢。你比秦始皇厉。我多少个月？你十八个月你都没生。我十八个月。对呀，啊，那边也嘲笑我的。不是嘲笑，十八个月你都没降生。十八个月我怎么还没生啊？是你爸也纳闷啊。嗯嗯，十八个月了，这俩不要孩子挺好，我跟你说，这基因不太行，还没生出来。生娃娃鱼的命。这怎么办呢？嗯，最后生一海豹吧。这怎么办呢？十八个月都没生出来，这上面都写着字呢。写着什么？就保质期就十八个月啊，过了不给退换了，这怎么办？拿我当罐头了哈。啊，还是黄桃的，这怎么办呢？后来吧，找大夫。哦，请医生。找大夫。嗯，依着你爸爸要请西医。找西医行吗？你妈说不行。啊，这怎么不好啊？他想找中医。找中医这个可以不可以？但是俩人因为这个问题呢，就一直没有统一，有分歧。对，又听这个特别像我们后台，就一直没有统一，你知道吗？后来俩人哎一拍即合，嗯，就这么定了。请什么呀？找法医。法医。法医啊，给我验尸来了是吗？有请法医看病的吗？请什么？还是请中医吧。请中医。中医啊，找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中医。嚯，老头走道都费劲了，威望高，颤颤巍巍的。嗯，到你们家啊，看见你爸爸。嗯。哎，我说，这位当家的呀，就他这样的 ICU 躺会儿吧。给谁看呢？嗯，他说，嗯嗯，一直你母亲，你母亲跟着躺，给我看。这妖怪吧，这都是。给他看呢？啊，给瞧瞧吧。好嘞。嗯，我给他好好摸。嗯，号号墨，哎，我号脉叫号墨，拿手，嗯，往你母亲这个，嗯，寸关指啊，嗯，这么一搭，嗯，嗯，怎么样啊？这多好啊！但是咱们不敢接。啊，摸出来了，摸出来了吗？恭喜呀！啊，你夫人，你猜怎么着？怎么着？怀孕了。嗯，你让她给我滚啊！这还用说吗？看都能看出来呀。你爸也说了。嗯，这还用你说吗？是啊。我看我还看不出来吗？就是知道怀孕了。嗯，哼，这能显示我的医术高傲明吗？那怎么着啊？她不光怀孕了，还有呢？怀了一个令郎。令郎？你爸当时汗都下来了。啊，郎啊。白眼的四眼的，你才白眼狼呢！有头发没头发的狼啊！行，不是，嗯，令郎公子大少爷呀，就是男孩。但是，依我的拙见啊，你为什么迟迟生不下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一个小插曲在里头，你给我们讲讲。现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急啊。我不能不说实话。你说实话好。这个呀，现在咱们就是。保大人保不了大人，嗯，保孩子保不了孩子，全保不了啊！你得挑一个。这来的就是法医啊？什么？保大人保不了孩子，保孩子保不了大人，保大人保不了孩子，
保孩子保不了大人。哎，你爸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嗯，这样呢？是啊。哎呀，怎么决断呢？都不要了，嗯、全不要了。这什么爹呀？这是都得要，都得要啊！嗯，都要啊！啊，那就得花大钱买好药了。花钱呀、啊？嗯，需要铁甲将军一对。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扣题，铁甲将军一对。哦、嗯，就是屎壳郎，屎壳郎，屎壳郎。这俩需要一对啊、嗯、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一对。哎，这还花什么大价钱呢？怎么的？这有的公园垃圾站什么的一浇水出来好些呢。那不行啊，那个不值钱。哦，紫色的都不值钱。真是，哎呀，无聊。就是啊，鱼聊什么？你散听是吗？你那耳朵啊，跟你的散光配着。就说呀，你这药材讲究什么产地？哦，这个哪儿产的？红花哪儿的好？哪儿的？藏红花。对，对不对？嗯。你这还有那个枸杞哪儿的好？哪儿的好？啊？鲶鱼哪儿的好？鲶鱼国内的，就是哪儿都得讲究产地。万金塔啊？对不对？你别提我们老祖上的家好不好？是。提万金塔干什么？嗯、人好多朋友人知道哪是万金塔吗？啊，还知道万金塔呢？哎呀，我替我们乡政府谢谢你、啊，对不对？你这个屎壳郎，嗯，必须得是印度屎壳郎，得是印度的，必须在赤道那儿。赤道你知道吗？知道赤道。赤道就是地球就是最热的那地儿。哦哦，是赤道吧？哦、是，就是属于亚热带。嗯，对不对？必须得是那儿啊。热带。对，是热带。你先跟他们对好词儿，再跟我聊。不是我那意思是，你从中国过去吗？你得从亚洲完了到热带吗？亚热带、嗯，行吗？这个解释？行，可以。哎，不行，我也没办法。反正就是热带，热带。为什么要热带的屎壳郎？为什么呀？因为扛烫。哦，扛烫，耐热，多好这词儿，扛烫。干什么？这怎么了？就明白就行呗。真、嗯、你这干什么？我没有上过几天学，这跟上学没关系，对不对？耐热都懂，扛烫，就是耐热啊，耐热。哎，你的词儿，你看耐热行不行、嗯？耐热。为什么要耐热？为什么呀？因为啊，这个药方有吃下去啊有要求。什么要求啊？得活着，这不能死了。死了要它干什么？得活着。那活着那鸽子里一嚼不也死了吗？嚼不行啊。你怎么着啊？就是愣咽生吞。生吞。按你那么来了。对对对，不是，我按你那么来的。张嘴之后他自己往里头爬。他自己往里爬呀。嗯，他要不爬怎么办？因为他也不知道他需要去那个地方。不知道哪个方向啊。怎么办啊？嗯，拿手打他。打他。哎，放上俩舌了啊，一放打他屁股。嗯、哦，对不对？你还好这个。哦，不是打这屎壳郎小屁股啊、哦，给他往里轰。对，他后边屁股一看，哎呦，有人打我，他不就往前爬了啊？是，我知道了，对不对？嗯，是你打什么屁股，他不都是往前爬吗？老牛、羊不都这样？嗯，对不对？嗯，所以得生吞。嗯，你说掉个爪这都不行啊，缺个腿都不行，怎么办呢？嗯，花钱吧，雇人。嗯，哎，上那个坐飞机，上飞机场坐飞机。嗯，到印度，嗯，现场在当地，嗯，买回俩。哦，多少钱？各位，多少钱？20万。20万买俩屎壳郎回来，嗯，真是冤的头。这不为了你吗？嗯，为了你吗？哦，哎，20万买俩屎壳郎回来了，嗯，到家了，找你母亲，嗯，你母亲，快点，我有点憋不住了，快点。早知道带我妈去取货就行了，啊、道上就吃了。来吧，嗯、来吧，你爸一瞧，嗯，张嘴，嗯，我怀疑这有毒吧？这个，张嘴，嗯，张嘴，张啊啊！对你捧哏，你干什么？你配合我，张嘴。哎，这俩屎壳郎就放你妈嘴里了。哦，哎，你妈，嗯、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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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孩子笑，侧面，你乐什么？你乐什么？侧面跟蛤蟆似的，胡说八道怎么了？啊！哎，不看你就不乐了，是不是？嗯，打着吧，没打几下，这俩屎壳郎就下去了。啊，还挺听话。哎，顺着这石道就往胃里走，往下爬呀。哎，一直往下爬，爬，哎，
下去啊，没有两个小时啊，你呱呱坠地生出来了，这么灵啊？能不灵吗？怎么呢？屎壳郎一下去啊，把你就推出来了。我去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群口相声，我不知道什么题目，但是一帮人。哎呦，哎，你看刚才这个报幕子，我觉得是一个玄学，是不是？人说咱是一帮人，哇，这对咱们的一种肯定。说人就是肯定了啊，证明啊，咱不是你这个玩意儿是没声吗？对，你才知道了哦。我说他往我这儿救货呢。哎，你试试，你俩别咬一个。那给你一个，你耍得过来？不是，抢着吃香。这么大的日子口，这个麦克风还有一个是坏的吗？我不信，喊一声我试试。你好好，人家修了，人该修了，有声。喂，哎呦，真有声啊！对，没事，别老跟我抢了啊！啊，真的有声呢。你看，今天日子比较特别，怎么样？今天啊，是腊月十七。我觉得不止十七了吧？21。你轻点，你耳朵不好使。我说的是腊月21，是吗？17是吧？对，今天是腊月21，为什么选这个日子封箱呢？因为赶上了。对了，哎。你哪头的？我是四队的。我是那不是哪儿头？你哪头啊？你是不是把我看成他了？怎么现在高度上有区别了吗？不是高度上有区别，是发量上。对你，你呀，少说话，我要把这几根毛给薅了啊！你这注意我的头帘，你不是大头还挺秀气。哎呦，咱别一上来啊就弄得跟打仗似的。那应该活动活动，不是那意思。今天是一个团圆的日子，狗咬狗的日子。哎，那还不谈不到那样的。嗯，你来六队串门，是不是？不是串门，我是被邀请。就说来六队串门吧。嗯啊，没带点礼物、水果啥的吗？水果都跟祖师爷那供着呢，都。过年的你去串门子，你到哪儿你不得拎点水果啊？来，我去哪儿都拿点回来，你知道吗？他往那儿偷去了，太抠了，太抠了。我们那个东北都是来拿着给孩子的，都这个。那就别让他拿了，拿着给孩子的，你说咱接不接呀？行，不拿水果来，不拿礼物来也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交情在这儿了。还在乎那个3万5万的块钱吗？好家伙，3万多呀！咱们交一下就得3万5万的是吧？哎呦。这六队这每次聚会来，今晚咱不得吃点饭啊？哦，那是得吃点饭，不得花钱啊？对，我要不为这顿饭，我也不来。真是这样，跟酒令似的。嗨，确实来说啊，跟那个我们主任啊，现在都关成主任啊。干嘛现在也不主任14年了都？十多年了。对，哎呦，你想想吧，台上站了仨老头，仨对，站俩老头。还有一个帅哥，我没见过你照着弹幕说相声。你那个，你就是你那个眼皮跟你的嘴唇都快连上了，你知道吗？你哎，不是你让大家看看，就这个部分的褶皱。哎，干嘛呀？你这个褶皱比古筝都密，我告诉你。你别闹，这是我特意拉皮拉的。你往下拉呀。我就是不想跟你啊产生差距，咱们没有差距，咱都是80后啊，对不对？对了，你是798，谁798呀？啊，798，你学条的吧？798，他说的是地址。六队这包袱都这么特殊吗？都，哎呀，总比四不是，总比四队没包强。再见。干嘛？四队包袱不回来，四队包袱，四队这一回啊。四队包袱，四队，咱不提这个队与队之间。今天聊的是什么呀？聊的是80后，聊的是我们几个贺字的。对，我们来这个德云社来说，我们都20年了，哎，差不多了，有了吧？差4年20。好，那差的还不少呢。哎，确实差不多。他是06，我06年来的，我们是08年初。对，这两个来说是他俩算是我的小弟弟。
你有歧义，又有歧义，怎么呢？小弟弟还谈不到，还谈不到，大哥哥，你是我们的大哥哥啊，那你俩是我的小弟弟，你不要总强调小弟弟的事情。这在我们这儿啊，甭管岁数，来的早就是师哥啊，那是没错，我比他俩早来那么两年。其实我们这里他最大，他最大。对，但是没有什么骄傲的呀。对对那是你比我还骄傲。没有必要，他年龄来说啊，老狼呢，老狼是八零的，嗯，八一小八一，这是搭档吗？这个你们了解不了解？你们干嘛呀？中间隔座山，不是，这以为我们这两居室说话呢。你真是，你有点像一堵墙，你知道吧？我这还瘦了呢，我告诉你们，瘦了，真是，现在他这个轮胎都不明显了。以前游泳圈挂了一圈，当然了，我们来这些人啊，八零后的都有点发福了。对，但是这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能耐依然在。哎，咱们贺字儿，我们靠的就是基本功。对对对，我们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基本功啊，基本功。对，歌舞阿公，哪有舞啊呀？我们当年，我们拼基本功不拼文化，对，是吧？文谁说文化我们也不低啊？你他是大学毕业，你是大学毕业，你我是中学毕业，这一下就拉成普高毕业了。但是没有，腹有诗书气自华。哦，这么说您有点诗书。哎，我们是靠，我是后天努力。哦，今天没时间。什么包袱？这种包袱你们别说了。不让老弟这种关键词了，杜绝这种包袱了。好好好，说明这些老演员们还要脸。我们不是要脸，到了今天我们在德云社混了十多年了。对，什么叫混呢？待了十多年了。对，对吧？靠了十多年了，威了十多年了，努力了十多年，努力了十多年，拼搏了十多年，奋斗了十多年。怎么你要写书啊你啊？你怎么了你？呕心沥血呀。终于把那帮云字的熬的都差不多了，我觉得结果九字又起来了。对，后浪推前浪。但是咱们现在是德云社的中流砥柱，贺字的那错不了，对不对？对对，中间力量。哎，我们算中年相声演员。贺字科现在最出名的也就郎和爷、杨和童、张伦，没了。就贺字科现在出名的就这仨人了。不是那哎，不，没听过，什么孟唐不认识，是杨翔谁死了？得亏咱俩就在这儿，这几个都不见了，今天就咱仨，就咱仨。你别说，你要这么说，我还挺高兴的，对不对吧？但为什么这照片只有你一人？没有，后台还摆着好几个照片呢。我们这是分批上供。哦，你那意思吗？贺字就指咱们仨了，就咱仨了。今天就咱仨站着，就说咱仨。这个，你别那么小声啊！今天就是咱仨。你看现在贺字科的，你数来数去，无非就这三位了。哎呦，中间力量。刚才你还说九字了呢，九字的九字什么都不是。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注意杨鹤童这么重要。你要这么说，我现在有点底气了，对不对？哎，杨和童的重要和重，那是显然易见的。不是说的是重要，不是重量啊，对不对？咱仨甭管哪方面往这一站，也是有一定底气的。那是连颜值这块咱们都赢了。哎呦，还有谁比咱仨更鲜肉？哎，就你拍这两下的时候，他肉都在颤。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颤。好家伙，他这一台跟安西教练似的。真的，就是大葱你来说，我一拍屁股，你看脸都颤。我也没想到你拍我屁股。水做的男人。就说我柔啊，是吧？不是，是说你太水了。咱不提长相，就凭能耐。业务能力。后台这些位，有能赶上咱仨的吗？哎，但凡要是他们行，您也不能是队长。对了。九字的这个，我也不能是队长，您说对不对？哎，你就本来你也不是，这还得说咱俩。对，咱说甭来，你看看啊，主任德云社贺子科有几个主任？
德云社就一个主任。哎，你听他说的，德云社就一个主任啊。对，你要是死了就没主任了，能轻易的吗？你现在还想象那照片有你吗？怎么说着说着给我说没了？怎么？我们俩张翰伦、狼言，哪次什么小演出、大演出的都有我们的身影啊？没有我的身影啊？有啊，您是报幕的呀。哦，他是为了哺育接班人。主任有您，演出我们来。你看，你要那么说，这咱就是贺字那中流砥柱了。对呀，分工不同，就是中间力量嘛。哎、对，就看咱仨，这后边这都不行，这都九字磕的，我一跺脚，他们都得哆嗦。对对对对，我要一跺脚，我就踩死他们了，我。哎。你看刚才你们俩这包袱多响，这掌声给的是他们上来了。来来来，你来来来，你往这边站，让他们往那边站，因为你那话筒声小。哎，你哆哆，你看我们仨哆嗦吗？哎，你哎哎，你就看那个状态那个。啊，至于冷成这样吗？身上阳气少，这没事儿的。刚才有声呢，缺血。哎，你看我一跺脚，话筒都没音儿了。实力的体现，你剁电线上了，你怎么还剁没声了呢？少剁吧，您那个膝盖都废成那样了。那不是你踢的吗？哎，这人是谁呀？多日不见的朋友。向大家隆重介绍小雨呀、啊。这是张建宇，是小雨啊。261天。哎呀，好好好好好，你看一见面就聊这个，你看九字的就优秀。对呀、啊，但凡要优秀的话，能停他261天吗？哎，不是你们仨老有这样有意思吗？三个人仗着是贺字的，来的比我们三个稍微早了那么几年几天啊，几天不是几年吗？哦，好，来的稍微早了那么一点点，对吧？认识师傅的时间早那么一点点，也未必。不，我不用，我们底气足，知道吗？哦，那也不知道谁劈坏了，学习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点，演出的年头早了一点点，没人不承认你们。就这几个一点点，就比261强啊！他有点过分了，他老提多少天，我让你们两个师弟干什么啊？干他！哥，哎，不是什么意思啊？打动手吗？是没有人不承认你们仨优秀，但不能说你们仨老踩乎别人、哎、明白吗？踩乎是什么意思？这老北京话。不是，我们谁告你老北京？你一个老东北，你这冒充老北京。你凭什么老瞧不起我们九字的？他们说我对他，他们说的对。真是俩老北京，知道吗？哎，咱不提北京，没有地域歧视，对不对？凭什么瞧不起我们九字的？不是，你说老踩瞧不起就真是不行。哎呀，哎，你们贺字的一共剩几个活在舞台上的？对，就我们仨，怎么了？剩下的也是凤毛麟。你这个六队一共就这么多九字，指的哎，你就你这六队队长，谁给你盯场啊？我不在，你不在的时候，知道吗？我不在，你不在，谁还会在、哎？我不在，你不在，谁还会在？问题是，别走。问题是他不在的时候，你也没在呀。该你有劲没劲？该你在了。哎呦，这不是有在的吗？你说你们仨老打什么？我们仨这还没聊呢，你们仨老打什么？站！小点。别回去，去吹空调去。哦，还是我哥疼我。我骂贺字的时候还轮不着二九的说话，听见了吗？谁是二九的？你们不是二九的吗？内讧了。没毛病，打起来了。他头九的。对，不要老瞧不起我们九字的。现在我认为你们就叫吹空调，兄弟。哎，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一会儿那鲶鱼都吹干了。我跟你说，你已经形单影只了。你们江河日下，我们风头正盛。哦，明白了吗？你看你们仨穿的色儿，一个赛尔，一个老，知道吗？你看，哎，青春洋溢，你这个，对，明白了吧？也艳丽、啊。哎，你看你们仨有一点阳刚的，有那青春的气息吗？你往那儿看阳刚。别涉及我呀！怎么了？提什么阳刚？你看，提什么阳刚、啊？不好意思啊，你看你们有一点娘们的气息，不是，也不对，对吧？
行了，别说了，到底说什么呀？你看看你们仨呀、啊，先统一个战线，好不好？嗯、我们三个就是希望你们是、嗯、你们是师哥，我们尊敬你们。九字多奇葩，说的就是你们啊！那不贺字多奇葩吗？现在我觉得是轮到九字了。你说一个一个的啊，一个被停场的，我复演了，是五迷三道，你在台上你还有复演呢？我复演，他说你是苍蝇。这咱破包袱、好玄妙的包，但是扛烫。我们先解决内部纷争，他们已经打起来了。对他们这土，先咱们先啊，这个土崩瓦解他们。我们这叫有爱，打是亲，骂是爱，越爱越爱。你们能团结一下你们的语言吗？我们三个还用团结吗？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废了？俩人掺着慌。给你拍了照片，你就是那个嫌疑人。你们三个，我觉得你们就是领工资，你不是主任吗？天天师傅师娘给发点工资，就叫小孩去。你不有商演吗？外头骗钱去，完了。那个。那你考虑过你的前途吗？小剧场才是相声演员真正的家。好。看看，你能不能别老离家出走？我跟头一波算我们仨输了，行吧？头一波算我们仨。你说你啊，你要论小剧场演出最多的人，九重最敬业吧？真的？哎，他不在，不是你的底吗？我平时有事，人九重盯着呀。那他有别的活呀、啊？你看他为什么身体不好啊？人家俩人，哎，你说这，这又是一个内部分裂的情况。好了啊，不要吵了，不要吵，团结一心，团结一心，攻击贺字，攻击贺字，凭什么攻击？有什么资本攻击我们？对呀、啊，我们的资本年轻不是资本吗？年轻一上台来就吹空调，年轻。你看看你们，我让他吸收阳气。你像空调吸收阳气，我认为你现在得吸收点氧气。你知道吗？真是，你看你们仨就往那一站，上来先吹空调，一个个的。我们啊，你看岁数年龄虽然说比你们大点，我们身体比你们强多了。哎，你挡我镜头了啊！我们你还能挡得住他吗？我挡着他半张脸，怎么就？咱不说别的，咱现在就来测试一下。怎么测试？咱就说，你看我们年龄比你们大，但我们身体比你们好。首先来说，你们上台的有吹空调的，这是大伙看见的。再一个来说，你们仨。肯定都穿秋裤了，谁告诉你的？有吗？秋裤，我说、哦，你为什么呢？我听着套袖了。你干什么？我站好了。干什么？不行，不要再这样，不要再这样。你哎，不到点了，不到点了，你想看吧？不到点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贺子哥的实力。有吗？好家伙！你这六队表演这叫什么节目？这都不是您呢？您呢？您看您，现在已经领先了。我不管，看看。好美呀！有，不对，哎呀，哎，干什么？这戏下白怎么还有撸子？把我内裤薅下来了。您穿到脚踝的内裤是吗？怎么着？你们先等一会儿，来张伦你抬起来。怎么了？什么年代还有人穿这种秋裤？他把我秋裤薅卷边了。你不是秋裤，对我这是那是加长大裤衩。对，你把我加长大裤衩薅卷边了。哎，就您这个秋裤，剁不剁不，毛肚搁一块都认不出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您这加长内裤，一天一洗吗？要是一天一洗，洗哪儿？还是你这狗鼻子灵？这盘又输了吧？赢了，是不是？1-0。晚上我带你俩上来丢人来了，就你丢人了。哎呦喂，你跟他我丢人，宝贝儿，我这是静脉曲张了，知道吗？我就保一半腿，知道吗？你都静脉曲张了还美呢。
他多大岁数，年纪轻轻的就静脉虚张了，一个上台的吸氧的，一个没什么说不形容的一个。不是，咱是说相声是比身体啊。对呀、啊。那我们首先来说身体就赢了吧，就当镜头。您身体赢了是吗？您就您身体赢了啊！不是，我就考你一个，行，你就面向前方啊，张鹤伦，眼睛直着瞪前面，别动眼睛眼珠子，别晃。二楼那木头什么颜色？说清楚了，是棕色还是酱红色？你能说对吗？天天出门问嫂子，今儿那什么色儿，那什么色儿，怕人考你。好，赢了，这盘我们赢了吧？完了，等会儿啊，到底什么色儿？没有想到吧？啊，被骗了吧？六队队长是个瞎娘们儿，不是？我近视眼儿，我看不清，怎么了？耽误我说相声吗？认不认输这盘？耽误我为广大的观众群众带去欢笑。你这谁不会呀、啊？还有旁边那个呢？旁边那秃子。哎，我们仨最起码上台给观众营造一个好的这个这叫什么？咱们这形象。咱不反光，不晃人眼。我们头发能稍微抓住，这叫尊重观众。你看你这哎，谁说相声靠抓头发有包袱？那抓头发有包袱，你倒想靠抓头发？你抓的不就是抓没了才出的包袱吗？怎么你还跟王九龙演过呢？我干嘛跟他演？哎呦，你别提没有用。抓头发这个来说，这两位都是受害者，是不是？主任还能抓一抓前面。主任呢？那不叫抓一抓，那叫撵一撵。你看，说相声是靠头发逗观众乐吗？那靠省发胶，那得靠香。我们不靠那种把头发染成灰不拉几的色儿来逗。你们。你们靠的无非就是进门早点儿。对呀、啊，他们就无非就是哎，但是进门早，你说有什么优势吗？就无非就在师傅身上家多吃几顿鱼嘛，没别的。别吃，换个别的吃好吗？对吧？能有什么？你们是师哥，你们是贺字，就是因为你们是八五前。是。你们但凡有八五后，你们就得光。你等等，怎么了？八七。像八五。对，你长得像八五。你爱多大多大，我搭理你们。咱说这些都半天了。那你说那怎么着？这看台上来犟嘴来了，我甭犟嘴就打，你知道吗？就打。那看你们还是哥们儿，肉蛋战车上。来，我这时候我希望鲶鱼顶在前面。真是的，鲶鱼，大家有水了，我给你打点精神。能耐大，你们出主意，让他们出主意、啊。比一比，比一比，比一比，比吧，绕着剧场跑四圈，看谁不累。来呀、啊，来，走啊！你们来，先让你们跑五百米的，去吧。怎么跑五百米啊？怎么你遛狗都是五百米啊？咱说相声比的是相声。我说也是呢。好，说到这儿来吧，比相声来了。说学逗唱四门，来吧，能力。哎，甭老来说，来给大家讲个笑话。乐得我鼻涕泡都出来了，师哥先来，打个样。对，师哥先来，对不对？对啊，张嘴就来。相声演员没有包袱，你等会儿，尽量让人乐乐。哎呦嘿，相声演员没有包袱，那叫相声演员吗？啊，是吧？听着啊，说，唐僧在一个石头上画了一个笑脸，对着悟空说：“看，你妈笑了。”连平辈儿的，连同一字儿的都没乐了，这可是我积攒了一年的包袱。这可以纳入冷笑话。不好笑吗？我觉得还行啊。不是我没想到这么突然结束。突然给你了，又往下一跳。有请我们三个当中的笑话天王李九关九。你们来，你打个样。九重来一个。九重来一个。业务场你没问题。搞死他们。弄死他们。别留后手。知道吗？让这滩水都变成死鱼。我刚才台上差点就没给人弄乐。没事，再来一回。讲一笑话啊！报刚才那场、啊。今天能不能跃龙门就看你了。好，没事，听着吧，有我俩的。好，鲶鱼跃龙门的吗？那应该是什么呀？鲤鱼。哦，少大理贺字儿。是是是。他姓李。哦，李鲶鱼。这讲包袱呢，这讲包袱呢。好嘞。啊。二九的有点血性，好，你再说这词儿吧你。我少说话啊。说啊，结束了没有？我还这刚乐。说，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小白兔。为什么要安排他演一个铁甲将军？我是没人提前通知说这个，我有一师哥叫郎鹤炎。哦，我这师哥呀，哎，特别喜欢这个出去遛弯儿啊。北京人叫遛崽儿，对吧？出去啊，骑个小共享单车呀。等等，你醒目拍我手机上了。屏拍碎了。哎，乐没乐？这笑话怎么样？乐没乐？这不我说的事儿、哎、是哎，九南，观众是乐了，一会儿下台你就哭了。哎呀，我天哪！优酷录这场都不够换的呀。没事，35亿上来干嘛呀？手机膜，有手机膜，有手机膜，有手机膜，手机膜，手机膜，对，快给戒了。哎，不抠这膜，这膜还能用一个月呀？这屏没事吧？屏没事。你看，我师哥还是想我。您看那个屏保还是我呢、哎。笑话呢？笑话，这就是笑话，哥。好了，没碎没碎没碎，手机膜碎了，没事儿，不在乎，一膜而已。哟，哎，真霸气！你干过装修啊？行了，笑话这个说学来学，学啊，学的学学个鲶鱼来，学个鲶鱼，学个鸭子，学个狗，你挑吧，你们俩挑吧。没有，我们来，咱们六队是动物园，对吧？鲶鱼、鸭子、狗，你挑，你们仨能学什么、哎？你俩我还理解，他这是怎么回事啊？鸭子，那你就是半夜12点给他打电话，你知道吗？不是，那你们就是你们就是学动物是吗？啊，那不是，那你学人呀，是什么？就我们学人啊。你学谁呀、啊？比方说啊，你学一个直视的好吗？学一个，学什么呢？直视就是眼睛不用动的那种人，能学一个吗？学一个波棱盖健全的。学一个不用这么看人的，你能学吗？你能吗？对不对？如果这些东西我要都不能的话呢？那你们就输了呀。那我要都能的话呢？那你们无敌。好，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输了。学不了、哎，就是六队的风格就是怂的理智，是吧？不是他呀，他那个戳我肺管子上了。不是，他戳你眼珠子上了。哎，你学有头发的，你学瘦的。不是我想学，有的人不是出门也这样吗？那是他。来、啊，我们给你学一九男。全德云社就我俩这样。哎呀，哎呦，学来说你们只是一个名称、啊嗯、说呀啊，张九狗是小鲶鱼、小鸭这些。没有啊，小鸭。小鸭，老北京骂人话都出来了。没说停呢。对啊，这个。哎呦，六队队长要换人了。你看这身体，完了你还好意思说人家身体呢？我是不是跟错战队了？我没看错。哎，你现在啊，你现在我宣布，你要是乐意跟我们发一波，我给你起酒。我不乐意。不累不累，你们什么要跟你们搭一块啊？不是，他可以加入九字的。我宣布，杨九通，我乐意。你乐意，我乐意吗？我你爱乐意不乐意？仨三通嘛。行了，你但凡有点能力，你就不会让别人左右你停场200多天了，对不对？但凡你有点能力，我不停，我爱小剧场，我跟着演。你看看那时候你我没停过呀。对呀。啊。对不对？拿点拿能真正的能力出来。你重新说，啊，拿点什么？他没听见，没事。对，哎，我重复一遍，罗哥哥，拿点能力出来，刚才。对，那就奶弄。这是你师哥教你的，罗哥。奶弄。哦，奶弄。啊，大奶弄。哎呀，大奶弄啊！啊，真正有大能，大能。这不好说这个。有大能耐呢。对。比什么呀？还来唱吧。哟。对，这可差手劲了。这个他们仨的短板，谁说的？炸哥了，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了，这个时间段了，就得整点他们。不过这个确实啊，在这个咱不得不说，虽然不服，但是他们确实他唱的好。谁呀、啊？哎，刚才你们那能耐劲儿呢？我们唱的没你好，但是我们也会呀、啊，多么唱啊，唱啊，唱啊！想听什么？来，点那个赵花台，我听来，唱吧，最基础的，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跑调。赵一回，头九打样。对，来，头九。什么那赵花台都唱烂了。哎，我背一罐行吗？不行，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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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呀嘛更二。这是前奏啊，这是前奏。
打架子点呢。不是不是不是，哎，不是不是，啊，确实确实这个，我唱这方面稍微完了，换人吧，下一个吧，来，就是哥，有什么难的？咿呀嘛当儿啊，我不想让你，我这还放上我走呢，我不想听这个了，行吗？你听什么呀？我想听探情文，来。探情文不是师娘，师娘，师娘怎么唱？哎，请告诉我这个曲种叫做……您先别说话，有你事吗？有您事吗？这个行，你们仨派代表交流。你们这队员拿主任都不当人了，现在是吧？到时候你是谁？你在师娘师傅那块给他穿一个小鞋就够了。哦，那行。台上吴大小，台下李闺女，您干嘛呀？哎呀，你往哪拍的？你把硅胶都拍坏了。这立的是什么？立硅胶。嗯，你不够让人优酷剪的，你累死人家。来吧，哪段？探情文。探情文。我没听见吗？你给他唱《照花台》。哈，这就是。哦，探情文。听。鼓呢？大鼓那得打。你唱不唱？好。鼓在这儿。听你唱。谁别跑？啊，没人跑，放心吧。蒙住了。什么叫蒙住了？一时想不起词儿来了。冷雨凄风，别叫了。冷雨凄风不可听啊。冷雨，哎，往后怎么样？往后唱，往后唱。冷雨凄风，还是风势不小。空调吹的，对，空调吹的，空调吹的。来吧，昨晚加班了，肯定是，你知道吗？来，鲶鱼，你吐一个泡，我看看。不是说希望你成功，幸存者。对，没有问题呀。来吧，唱唱些什么？唱我探清水河，不是那个探清文。来，我听一个那个休息红。来，哎呦，完了。我不休息，我一直上班，哥。你休息休息就红了。哦，休息红，借您吉言。借您吉言啊，借您吉言。休息红啊。冷雨，往外迎亲啊！你往家方面。哇，是这个吗？这尽量不要用美声去发。你来啊！长点脸。没问题，你放心。你们两个知道丢人了，哥。他们也知道臊头。往外游，往，我还没迎出去呢。哎，这是你原创歌曲吗？这两天这海水有点淡，你知道吗？我看是吃咸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头九的高九成叫过来。头九，我不要啊，不听啊，不需要，你知道吗？现在对吧？现在要什么要？那是我搭档。要的累死我，我说你看你，哎，你说你们仨不够优秀吗？那就把你们仨换一个人上来，你们仨就都下去，用吗？不用。那不还要吗？不要。完了吧，让他们仨下去换一高晓成上来，你们愿意吗？愿意。你们还不如个捧哏的呢。你看看你们仨在观众心中的带着那个分量。哎，那是我搭档。咱们能不能有点优势？你头九，你能不能打个样？咱想个招。优势在哪？头九怎么了？贺字的不也就是拜师嫂吗？我跟你说，我就头九拜，我也是混子呀，怎么？别嚣张了，我跟你说，现在来说，贺字哥就是中流砥柱。哎，贺字九字的，哎，云字的都没有谁了。对他们那个死亡率更高啊。现在也就是贺字，肖字也有不错的。滚。哪有你说话的份儿？玩台球去！你怎么又给我接回来了？你还拦网呢？你说这能耐大啊？就知道这个穿了人家男女关系。您知道这个说相声最重要的？人家搞个对象容易吗？你指自己干嘛呀？我就说人家搞一对象容易吗？那握着手。对，你看看往正能能量上，正能耐上，往正能耐有力量的方面上看一下啊！不是这个能耐，能耐这个啊！哎，确实应该有点正能量。对你真正的站在台上，你靠的是能耐。哎，咱得有点真正的业务能力，不是靠挤兑人。哎，也不靠给人穿小鞋。对，这么多年我给谁穿过小鞋啊？你不才停了261天吗？哎呀，站在这儿。得露点真能耐吧，哎，让师哥们也教教你，不是在这贫斗嘴吧？嘿嘿，
哎，那师哥，你该说话说话啊！对，你出点主意，要不？你们说的都错了。其实应该展示展示，没也别让大家伙觉得咱们有点窝里斗。对，啊，什么意思？说学逗唱，看的是演员的基本功，要的是素质。我讲两句说，让我说这仨，这时候道貌岸然，就刚才骂我们仨的时候呢，我是怕你仨太狂了，站台上没大没小的，不狂，这是主任，这是师哥，这是秃子，三个人往台上一站，挨着，因为确实在走过来的这两年，你们都见抬头，你们确实也见火，包括张九南，虽然歇了261，你老提这干嘛呀？不是休息红，休息红，这剪金吉，马上你就红了。这是我，这是我的包袱啊！休息就红了，谢谢剪金吉言。你包括关九海，我觉得明年关九海一定会有作为的。哎，你也会休息的。你也会休息，一定他明年会有成绩出来的。对，包括中间就不提了，就是。我还得看家呢，看家。看家的是狗，你还是得看家。就是我们的意思是，你们还是应该干一点正事，不要把相声的专业丢掉。没有丢掉，没有丢掉。不要光想着自己长得帅，然后就忘记了自己的业。不是想，确实是长得帅，哥仨。你们中间那个长得帅吗？那个玩意儿。我说除了过年当年画有什么用？你见过过年年画不贴我吗？不是你，你抱着我，你知道吗？这，别说，我都差点哭了。我们还这还真够一地。哎呦，你俩再来一次，你跟上。你那年呢？你跟年画一样吧，那年画不贴我吗？哎，那你抱着我来呀！您来吧，师哥，你干嘛来了？不是，你要给我推上来了啊！中国中央电视台，这个挺热闹哈，还随一手机膜，你看看。哎，搬走吧，这膜别扎着手啊。哎，没事。这是张鹤伦的徒弟。哦。你看这个面相也能看出来，戴眼镜嘛，是吧？接下来呢就是比较热闹的环节了哈。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点小游戏，还有一个小品。对，我们真的是在精心的准备，比那个什么叫九队什么强多了，你知道吗？哎，对，说了三天八马褂哈，你在吗？哦，在两天，那天干嘛去了？哦，就那天没在是吧？这个不管我们做什么吧，都是希望能够博您一笑，这就是我们每天想做的事儿。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没有太大的能力，不像郭老师啊、岳老师啊那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尽量的把我们的能力展现出来，这个博您一笑。像我，像张鹤伦，其实我们说的也是心里话。你在我们努力的那个年代，对于业务很较劲，对于业务很较真儿。当我们在台上感觉到我们有一定我们自己的基础了，有我们自己的技巧了，有我们的风格了，你们可爱小鲜肉了。所以我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弊端，我们还在赶上，对吧？我们还在积极努力的向前，我不也在减肥吗？是不是？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就不多说了，精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呈现了。哎，后边什么节目？寻狗啊！我跟你说，这全德云社最难的就是主任了。我跟你说，好了，下面请您欣赏一个小品，叫做《寻狗》，表演者德。寻狗不是寻狗啊，表演者德云六队加杨鹤伦，音乐起。Thank you.
天是个好日子，大年三十，祝各位过年好。我是小区一保安，看出来了哈，守卫业主万万千，谁要生活有麻烦，找我就行啊。我呀，在这小区啊，干了三年了，今天是大年三十啊，家家户户跟家里团圆过年，唯独我在这儿守护一方平安。而且我们这小区，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愿意待了，不愿意在这儿干。您各位可能纳闷，干得挺好，怎么不干了？他们这个小区里边是人呐，奇葩太多了，真的。我要说这话您也别不信，您一会儿您看看，这有一个一对下象棋的，这俩人就够奇葩的了，真是不想干了。哎，听说玫瑰园那儿招小区保安呢，我上那儿看。二秃子，我告诉你，今儿绝对赢你。哎，你要是能赢我，明儿你就长头发。我一辈子秃瓢，你也赢不了我。来的，有什么的呀？真是，看我这个怎么样？泡八平五，泡八平五，泡八平五。哄小孩的不就是当头炮吗？你听出来了？说这个，八马票。我拱卒，拱卒我居十六进八，居十六。有十六吗？这个当然有十六进八了，小组赛踢完了就是十六进八呀。那你这十六进八你进不去。怎么进不去啊？我四号位有来往。一听就不会下棋，四号位拦网，不行吗？我这是4-3-3阵型，那也不管，我可以前排两点换三点。我三前锋，有一大中锋，我后排有自由人，我中场还有核心人物呢。我后排自由人是杨毅，我中场是郎子真。这不是怎么都有家里人的这个？废话了，你这是会下棋吗？这个不是，咱甭说这么热闹，有什么热闹的？赶紧走啊！就是先把棋拿出来，好不好？你早就该拿出来了，拿，真是的，我跟你说，摆上，这么多年了，咱也没拿过棋摆，我就是，今儿就今儿了，大年三十嘛，应该拿出来，哎，拿出来。为什么咱俩这棋子数都一样啊？多新鲜，不一样那叫棋子吗？那叫是吗？不一样麻将那是。哦，来吧，来吧，走啊，看什么？我走着呢。你真行，你怎么这？哎，这么些人呢，太好了，大伙都来了，那正好给我帮个忙，我那狗啊丢了，找好些日子没找着，我这正急着呢。哎呦，我这狗哪儿去了？你说说。哎，那儿有两条，我看看。这得赶紧的，不是你刚才走两步，对不对？大妈，你这干嘛呢？我找狗呢。找狗，你看我干嘛呀？这条不是，我也不是。大家咬我，这是您怎么？这还真都不是，我那狗哪儿去了？不是，哎，等会儿，你那狗啊，长什么样啊？长得啊。比你毛多。不是，您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大妈？啊，比他那眼睛大。啊，你也没跑了。就长那样，不是让我一下形容不上来。光说不行啊，您得拿照片啊。对，照片，你弄一照片来一寻狗启事，不就知道了吗？对，对了，还是你们有主意。对，等我去弄个照片来。来回问得问多咱呢。我跟你说，我这四号位现在站着，不是，我跟你说没问题，而且我上手飘球，直接发到4-3-3，我觉得也可以。4-3-3，单前锋自由人。二位，哟，干嘛呢？跟这儿看出来啊？下棋呢？我知道你们下棋呢。下了三年棋了吧？怎么了？一次棋都没带过吧？这回带了啊，就这回带了。那拿出来下呀？拿出来下什么？谁跟他下？臭棋篓子！谁臭棋篓子？就你，我怎么就你，你没毛，一辈子没毛了。我没毛也没毛了，我就赢你。你看，我没骗你吧？
这就是一对奇葩。不光这个，还有更奇葩的呢。这小区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不是犯点什么东西，是吧？哎，小李，那个高大妈啊，怎么了？我这不是那狗丢了吗？狗又丢了，我这还正找着呢。找着刚才我碰见那个下棋老头了，我说让他给我找找，哎，他给我出一主意啊，让我拿照片来说就能找着了。拿照片，哎，您别着急啊，啊，别着急。这高大妈呀，也是个奇葩。您这把照片拿出来了，对，拿了人呢，人他们俩回家了，回家了。对，说拿军旗去了，没有诚信呢。您这照片，这就是那狗照片，这就是我那狗照片啊。用的我看看吧，我帮您瞧瞧，对不对？这东西咱实话实说。看我这嘴，我没说错吧？哎，好看吗？行了行了，啊，哪儿的事儿啊？你这让我寸两毛给他们拍照的时间呢吗？哪儿？别挡着！您这，哎，啊，您这是狗吗？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你问问大伙儿，有比他像狗的吗？还有比他像狗的吗？他像不像？像。你看看。行了行，您再好好看看。我看，您看看。不是，我这狗怎么换脸了？这是。对呀，再说这怎么还长一独角兽的角啊？这个毛倒是还行。不对，那哦，那肯定是刚才给我弄照片的小伙子给我弄错了。哎呦，我得找他换去。对，你得重新弄啊。那换去。你这上哪能找着狗去啊？是不是？您慢着点儿。哎呦，好家伙，这两步道走的真漂亮啊！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区全是奇葩，还有比这更难缠的。我一天呀，我跟他们净打交道了，真是的，每一个人都是跟我这样。啊，让我帮这个忙，让我帮那个忙。你看这高大妈，狗丢了，天天找狗，你找一个这样的狗。哎，我这这。小娟儿。谁？小娟儿。小娟儿。小娟儿。哎。小娟儿。这我们小区张大爷，张大爷是个奇葩。张大爷。你看着小娟那胖了。小娟是谁？你还啊？就高大妈。高大妈叫小娟啊。你嚷什么呀你？她不就高娟吗？高娟，我这小名字叫小娟的。你喊不是？你怎么天天老找高大妈呀？高大妈天天找狗，你天天找高大妈。我不怕他一个人找出点什么事儿吗？我担心出点什么？你跟高大妈有点事儿吧？啊，没有，没有。哎呦！好，哎呦，这状态，我以为高大妈在你这里边呢。没有，你别说了，你别这样，对不对？高大妈，我没有。哟，那狗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实在找不着了。你这样，高大妈，哎，你也别着急。老张，你在这儿啊？啊，在这儿。你站好了，你干嘛呢？你过来，这么大岁数了，穿衣服你潮潮潮潮有把拉链弄开的吗？啊？小娟，你怎么这不能？高大妈，哪儿不能看？你看哪？行了，这张大爷上岁数了，这脑子也不太灵光，保不齐的嘛。你别什么都听，你快下去吧。我就说呀，你这样啊，我去上那边给您找着狗去。赶紧给我找着去，好不好？你也别着急，心肠，别着急，别上火。好嘞，你跟张大爷跟这下去吧。哎呦，真是的，不是，我说说你，我说你了，你怎么嘚？你别老叫我小名好不好啊？你能不能别瞎看啊？我不是瞎看，关键您那太……
而且人家保安还有外人，人家在这儿呢。你说你就是这么说，他一小伙子，你怕他干什么？咱都这么大岁数了，那不弄得我多臊得慌啊！我，哎，你年轻时候就那样，我跟你说的呢。那这我都知道，追你那小姑娘，那排成两火车，哈，你一个都看不上，到现在还一直老光棍。啊，为什么看不上他们？你为什么你不看他？你那样看，我为什么不看？你就这个，你呀，我跟你说，一个人不行，你要实在不能自理，就去养老院。这样，你别老这么看着我，好不好？不是我、啊、我就爱听你说话。不是你爱听我说话，现在我这着急呢。是，我知道你着急，我也着急。我着急找狗呢。我着急找你呀、啊。你找我干什么呀？我帮你找狗。那你帮我找狗，你找狗别老看我，行不行啊？是，我知道，找啊，咱一块找。这个眼睛你，哎呦，找狗喽，找狗吧，找狗喽，找狗喽。你这是轰狗呢？你这是，这是找狗吗？那就找吧，找你得找啊，撒出找去，找大的慢慢找，不着急呀、啊。大爷大妈，找哎，你们干嘛呢？哟，这你侄子？我不认识你是谁？你干嘛的？不是，我看你们在干嘛呢？你们在这儿？他狗丢了，找狗，狗丢了，狗丢了，对，是不是特别着急呀、啊？哎呦，我跟你说，那就是我心肝宝贝儿啊，每天都离不开，是不是？太离不开，人一上了岁数得有个伴儿啊。我看见这狗了，你看见了？我看见了。给我狗，不是，我不是我呢啊！你先别慌，你别我先看见的，我看见这狗了，这狗 啊，是不是那鼻梁子特别高？不是趴鼻梁啊？对，没那么高，就是往下塌，是不是？啊，然后耳朵挺大的吧？忽闪小耳朵，小耳朵是后来长大了就小了，长大它耷拉下来了，小是都是小耷了，对啊，毛是白的没错吧？黄的啊，是灯一晃就黄了，你本身它是白色的，这狗我看见了。让那个套狗的套走了，套狗的套走了，套狗那就是要吃了给我。哎，不是吃给套走了，这狗拿走，谁知道吃了是干嘛卖了？他以为流浪狗呢，拿走了吗？那你报警啊，报警啊！这狗啊，我跟您说啊，您想不想要？要啊，想要啊，嗯，得拿点钱。要多少钱啊？反正我估计啊，得有个万八，哦、万八的吧。行吧，钱的事交给我了。啊啊！别着急，来等一会儿。啊，我歇会儿。不是你，对，你坐会儿，坐会儿。来。哎，大爷，不是他丢狗吗？是，他丢狗，我知道。啊，那狗。你知道那狗在哪儿啊？我看见那狗了。啊，看见了。哎呦，那狗要是弄回来得多少钱解决这事儿啊？那狗啊，反正我听他形容这个特征啊，嗯、应该属于这个丰台犬。哎，你这范围画的还挺准。对，因为它特征啊，塌鼻梁嘛。丰台犬，你这要多少钱啊？他那边过来，我给你算算 啊，又是油费，又是路费，嗯、还有过路过桥费，是，还有这个人家套狗的这工作人员那个精神损失费啊，我估计怎么着也得两万。哎呦，两万，我就是丰台来的，我值两万吗？不是您别逗我，您不是两万？我就在丰台啊，刚过来。丰台离这儿有多远？那我不知道呢，是吗？不是，您误会了。您进来近，他这个透过这车呀，他得绕远。你甭给我来这套。他来这儿得走那经。小呆，爷爷玩这个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知道吗？不是，我好心，我把这狗给人家，我给你帮你要，是吗？啊，您怎么能这么说话？要多少钱？两万。两万块钱。两万块钱给我多少提成啊？给您什么提成啊？这我不挣这钱，两万纯给人家，这人家的成本，是吧？啊，你一分不挣，两万五，就为了好心帮着大娘找我，就纯好心，我挣这钱吗？行，哎，要不然我给你转账还怎么着？两万反正，干嘛呢你？你怎么又跑这儿混了呢？没有，我帮着找狗呢，那大爷大妈找狗呢，跟那找什么狗？找这狗丢了。你不是个骗子吗？前两天刚从派出所出来吗？不是我是刚路过，我帮着找狗。今儿找狗，明儿帮找猫。我找猫干嘛呀？咱小区那鱼塘里那鱼都没了，知道吗？就是他，
对不对？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第一眼我看我就知道你是个骗子。我小子，我骗的时候你刚那么大。对呀、啊，你刚穿开裆裤呢，你没见过刚才还穿开裆裤的？没有，来晚了。来晚了。保安啊，你呀、啊、嘴得严点儿、哦，别什么都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改邪归正，咱就好说好商量。我好心，你要还这样，还得派出所，知道吗？你甭好心，我好心得找狗人。我们找你说小伙子，你爸爸叫你回家吃饭，去吃饭。行，你来，你别掺和人的事儿。你把那狗给我弄回来了吗？没有呢，我跟你说呀，你先坐这儿，好。嗯我就讨厌过年，就是一过年咱们俩就要分开。也是啊，你得回去陪你老公，我得回去陪我媳妇儿，咱俩又分开了，讨厌，走了。没事啊，走了，回家吧。别走啊，干嘛呀？给你一花儿，这还玩这个？走，让我亲一下。嗯，没人，没人让我亲，还没人，你让我亲一下，还没人。我个儿还够不着你，我亲，有人，有人。你俩看什么？没见过两口子亲嘴啊？你也亲你的？我倒想，什么都想，不什么你都想。咱换个没人的地儿亲，上楼道走。年轻人没法说的，行吗？哎呦，你别闪人家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聊聊天啊。聊聊天什么聊天？我找狗啊！你刚才那刚才那俩是不是狗啊？我知道跟着你找狗啊。刚那俩不是狗，那俩是狗男女。啊，我看你没听说他俩的事儿吗？喂，你现在呀？对，六点，狗肉火锅呢，吃狗肉，吃狗，对，六点。哎，别来呀，得来。狗吃狗吃狗啊，狗，谁是狗？我狗，谁？我的狗。那你对你得说我的狗，你不能我的狗不能说我狗，是我，他吃狗，我的是，你别着急，跟你有什么关系，老太太？你说怎么关系？你吃我狗？哎，老太太碰瓷儿，老太太碰瓷儿是不是？等我，哎，你走，我问你要，吃我狗？我知道，吃你狗，来，吃我狗，是你先别，我给你摆平，你过，你上这，不是你干什么你？干嘛？你别给我横啊！我媳妇儿，我媳妇儿，那老太太，你媳妇儿，不要脸！你们这夫妻关系挺和谐呀、啊？不是，还曾经的梦中情人，你这让人家捷足先登了。我这是差点。怎么你小时候就喜欢老太太？那是我同桌，当年我没追到手，现在啊让别人拿下了。好家伙，你管着这？你问这干嘛呀？不是他干嘛呀？他呀老找他那狗，你这一说呀弄了火锅了，他以为你把他的狗吃了呢。你赶紧就跟他解释，就你现在他正在着急的喷头上，听不清。你过去你就说我吃的不是狗肉火锅，是枸杞火锅。有拿枸杞？行，我解释。那你自己说。哎，你刚才你听差了。吃狗？你不是你先坐下，老太太。吃不吃狗？你坐下，我躺下了。吃狗？你看，你老招他，你快起来！你多大岁数，你还玩过家家呀、啊、你？陪我狗。是，你快坐这儿。哎呦。哎，你不，你先来一下，怎么了？怎么瘫了？他说瘫就瘫，说尿就尿。哦，那我离他远点，别滋我一身。老太太，老太太，你听错了，你是不是耳音不好？耳音是不是不？我不是。不好着呢。我不是说吃狗，我吃什么？吃藕。你够丑的了，你还吃藕呢？你看，这六队这帮破包袱。
是这老太太单独的幽默。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狗。没吃，不是狗，没吃、啊。人家呀、啊、吃的是别的火锅，对，涮的菜的有那个莲藕，知道吧？有的白菜。你吃的狗尿苔啊？我没吃蘑菇，狗，我就。你涮火锅吗？涮火锅就不是，那叫金针菇。去你的！差不多，那能金针菇跟狗尿苔能一样吗？没都是一窝一窝的。没吃狗，你那狗没吃狗，你那狗好着呢，你那狗好着呢。那我狗呢？你那狗那个过两天就看家了。过两天看家了。你甭管，你也不知道。我现在着急找他了。你快走，你别跟他联系了，去吧，你别问人家。你有什么事你都问我行不行？我问你，这一辈子了，我问你得几件事成了。你当年你早问我呀、嗯、当年你早问我、嗯、咱怎么着不就有事实了吗？哎，你别跟我说这话啊。怎么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给我误会，你给我说清楚了。当年咱俩同学的时候，我确实那时候反正我就挺喜欢你的。有一次咱同学聚会，你喝多了，我送着你上的楼、嗯，上楼之后 你喝的，你也不知道。不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是装的。是，我知道你是装的、嗯、但是后来啊到了家之后啊，你说喝水、嗯、其实我又给你换成了酒。那时候你喝了之后，你看你躺着，你都往这一躺。我说我后来怎么不知道了呢？对，反正后来就是有一歌怎么唱的，后来你干嘛了？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那一夜我伤害了你，那一夜你满眼泪水，那一夜我们互相依偎，我一宿没睡。你看，我一猜，我说完了你就哭，你玷污我了。我哪个词儿我说出来叫个玷污你了？你就没睡干嘛了呀？我刷抖音了。嗯。我不看着你吗？你喝成那个样，我当时真想，我那心中的小火苗我燃起来，我就嘁哩咔嚓，我就结束了后半生的幸福，我就得了，我就。结束我的单身生活。胡说八道的啊！我后来我止住了，我就那么尊重你，我就因为我喜欢你归喜欢你，但是我不能趁人之危。我后来我清醒了。那你是条汉子，你是条汉子。我现在后悔了，我当时为什么我不借点酒劲儿，我干点男人的事儿？你不要老说这个了，我跟你说，咱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如果真有来世，就别提了，别提了。咱们呀，你跟我一块找狗去吧，好不好？不要知道啊，我帮着你找，给我找狗，走找狗。找吧。你干嘛呢？你这吊儿郎当的你、啊！我这帮你找呢嘛、啊。你这是帮我找狗吗？我知道你想上哪儿找去。喊你这喊，这一天怎么回事？咱小区能不能就安上了？你在喊什么？楼底怎么了？这是我跟你说啊，就在家休息会儿干嘛呀？这是就这小丫头，怎么了？我最怕她了。你别，她老欺负我。有我呢，她老欺负我。你就坐着，你别害怕。有完没完呢？这一天坐着，我遛狗。别害怕。那天骂的我心脏病都要犯了。你别害怕。你往哪葫芦呢？我怕你，你在这待着。不是你干嘛呀？那你老太太没看见吗？不是。你们这楼底喊什么呢？不知道天天上班啊？上班好家伙，我这一星期就休息这么两天，喊什么呀？跟这儿，你们俩干嘛呢？在这儿一天到晚的，你老摸他干嘛呀？我摸他了吗？我是帮着你，你要是给人气出心脏病怎么办啊？我帮他扑噜扑噜心口，扑噜什么心口？我们这休息呢，在家里边，孩子跟家写作业呢。你说你干嘛呀？你这你们楼底下这脸那么大岁数的玩意儿了，在这儿干嘛呢？要不要脸？羞不羞？你说谁呢你？你说谁呢你？我说你怎么了？你说谁呢你？我跟你说，为老不尊你。我怎么为老不尊了？你瞅你穿这个德行，你别看你年轻，你这样，我跟你说，到老了你还不如我。你当胡帽子，你就穿老了我都不戴你这样的帽子。你这活不到我这样。农村的大集都买不着这样，大集买不着，我这是限量，我气死你！限量款。
你看看，哎，那葫芦后背，乐什么？有人物的。我他妈出爱他了！你给我别他妈说话！哎，老太太，那么老太太看不见吗？你要给他起个号，他怎么办？不是你那么向着他干嘛呀？你管呢？你问我先。你管我像理不像人？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数？我年轻是年轻，但我问你们，你们老年人不能楼底下喊，因为什么事儿？你们说有你有跟女人样吗？你看看你现在跟泼妇有什么区别？你有跟老人样吗？非起来踢我！我但凡是人干的事儿吗？我但凡再强壮一点，我应该一脚啊踹你脸上。对，哟呵，行。那是老人，知道什么尊老爱幼吗？我懂。你学过五讲四美三十个爱两个文明一起抓吗？再重复一遍。五讲四美学过吗？你先甭说这个。思想品德看过吗？小区没保安是吗？咱小区没物业是吗？有什么事儿不能反映去？跟楼底下喊什么呀？不知道今天周末呀？你先小点声，人家老太太啊，狗丢了。哎呦喂，我告诉你，就这狗我最看不惯，知道吗？要没这事儿，我得飞起来，我也给你走。哎呦，你要踢我老头是吗？我踢老头怎么了？我踢你。你踢一下试试。那你踢一下试试。我空气弄你。你还要点脸吗？你是不是守寡多少年了你啊？你找不着汉子了吧你啊？咱这小区。你说谁守寡多少年了？我说他了。你呀，俩人自己都没处理明白。你的事儿，这年轻人不得安生，就这狗，哎。大爷，您给讲讲理，就咱这小区这狗，因为不拴绳儿，前一阵儿把我们家孩子哎给吓着了。知道我看病花多少钱吗？花60万呀，给他看病，就吓着了。一个狗吓着花60万，他看病没花多少钱，400-500。我害怕，我双眼皮当时爆开了。我要弄手术去，没弄好还翻了个厂，花6000多。我管你还顺便纹了个眉吧？管你们老年人要过这钱吗？你管我们要什么钱呀？没事，老年人哦，你们自己在家待着，儿女不陪着你们养狗，是我承认是个伴儿。那狗看着呀，咱这小区这狗到处拉，到处尿，尤其这拉，咱无所谓是吧？就咱当肥料了。是我看出来拉，你都踩一脚。是啊。我这鞋每天都得换，我们家出门就有这个狗屎，咱这尿也……那你就是走了狗屎运了，逮哪哪尿，逮哪哪尿。咱们小区建设这么好，就露天那泳池啊，不到10天给尿满了，怎么那么多尿呢？那怎么那么多狗呢？啊，那天天楼底下汪汪汪汪的叫唤，不能得安生吗？我每天工作很忙的。招待客户，每天在家，晚上我很忙的。谢谢。这汪汪汪的，你知道我能听出来，你一定是个很挣钱的一个，是你看高端人士啊。所以说你们要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容易。是，我知道你晚上不睡，白天不起的这种。所以说别吵了，这个事。但是人家老太太也不容易，你呀、啊、多一分理解。我多一分理解，那狗就别找了，小区少一条狗是条狗。我让人小点声行吗？我喊了吗？我哪句话喊了？那你现在是放屁呢？你说你这老大爷说话，你听着半天，你看看隔壁小区都听你说话了。我生气知道吗？你们说找我这事儿，我生气。我们家孩子现在在屋里哈哈还抖呢，还在那儿。你快看看是不是让你的客户给吓的？你没有客户的事儿，你管我工作干嘛呀？你管我私生活干嘛呀？是是是，我看你怎么眼熟呢？有事儿说事儿啊！我是大众脸儿。知道吗？我只是劝你一句啊，年轻人就多多的积德行善，你别跟着老头老太太的较劲。虽然说他们啊，人家可能声音大了一点，你也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包容。我们呢也不打扰你半夜挣钱，你呢也别影响我们白天锻炼。小点声，我没意见。小点声，我没意见。有些时候你的声音比我们大。小点声。对，对不对？对，咱各自都留点面子，不好吗？那就完了呗，对不对？你们小点声，有问题您找物业反映去。俩人是吧？行行，哎，我们这儿慢点，我慢慢一会儿我就给劝走了，好不好？好不好？您赶紧劝走，别在这儿，我们年轻人有休息。你别给老太气坏了，你说两句好话好不好？行行行。
该死！呸！不要脸的玩意儿！哎哎哎哎！你怼死我来来！怼死我来！怼死我！不要脸！我揍他了！我揍他了！你别生气！我揍他了！你快坐！你快坐！你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哎，我在他身上好像看见我们家狗了。他啊，他不，你家狗也去过他家？在他身上看见影子了。妹儿，妹儿，我回来了。行了，这就是我们家那狗。哎呀，你们家狗回来了，也不用我陪你再演了。得，你们聊吧。辛苦你了，她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女人，是等你下回再丢的。老伴儿，我回来了。你知道我找你多少日子了吗？我知道啊。我可没丢，我可没丢几天啊！你呀、啊，啊，你离开我一天就跟离开我三年似的。哎，坐这儿，我跟你说呀，我给你讲讲。你跑出去这些日子，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我知道，啊、我在外边跑多少圈儿、嗯，我也知道我得回来，嗯，因为我不是流浪狗，对吧？哎，行了，该回来就回来。你呀、啊，啊，好好想想。嗯，我给你讲讲。嗯啊，我不是狗，你是我老伴儿，是我媳妇儿，我呢是你老公，是你爷们儿，咱俩呀，自打你20岁那年，就结婚在一块儿了啊，后来一直到60岁，你呀就老年痴呆了，你的脑子里呀就老认为我是你养的宠物狗。你就老把我当那条宠物狗，我天天陪你玩，天天围着你转，但是咱家的钱呀可支撑不住，这不外边打打工吗，走两天你就跟街坊四邻说咱家狗丢了，走两天你就满世界找狗，邻居都知道，也算是陪着我陪你玩啊。想起来了吗？仔细想想，咱俩人从20岁就结婚，度过的那些无数的激情燃烧的夜晚。你这一说呀，啊，我还真都想起来了。哎，哎，不容易啊，就得了这个病啊，家里头家外全是让你操劳。没事儿。这不是也没少蛮麻烦这个街坊四邻。我明白，这不是这个活比较忙吗？一走啊，走了260多天。这不是，下回再有这工程，下回不要这种工程了，就不要再接了。不，我还是回来守着你比较好，咱们在一块儿太好。因为毕竟你跟你啊，出不了事儿。对，想起来了吗？真是。行了，这么着啊，今天也是过年了啊，大家伙也没少帮我忙，是没少麻烦人家。对，这么着，怎么着？我提个要求，你说，老伴儿，让咱们街坊四邻全都上咱们家来，一起过年。好啊，好不好？来呀，你找找他们，大伙儿都上找着了，找着了，快来，哎呦，快来，这是找着了，找着了。哎呦，臭小子，臭小子，打小你就淘气，是吧？这是我老伴儿。哦，想起来了，这回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不是还认识我吗？二傻子。行了，还是没想起来，我帮你摸搓摸搓吧。
这是这你少摸他的，我这回来了、啊。知道知道，这都好事啊。这个哎呀，今天啊也是过年了，是大伙儿呢也都是开开心心的，也终于啊老太太终于想起了，也、回来了啊。哎呀，这真是啊，我来个四句话吧。好啊，小娟找狗犯了难，哦，大伙儿相助得团圆。对，今天大家来相聚，咱们欢欢喜喜过大年，咱们一块儿包饺子。好了，谢谢我们演员的精彩呈现。哎，像不像春晚了？行，你们去吧，倒计时，我们还放炮呢，日踏日踏。这个，哦，不放了是吧？啊，他放了一个炮，这个让他们呢换一个服装。接下来我们进入游戏环节了。啊，现在是9:34哈。我来了，我来了。因为本来说想换大换大褂再上来，那个后来发现那个换大褂耽误太长时间了。咱们就不换大褂了。好，那咱们节约时间。对，今天那个我们的这个作品啊，这个和节目 啊基本上就演完了。但是之后呢，咱们因为今天是封箱，就跟大伙儿一块儿欢乐欢乐，咱们玩一玩，乐一乐，好吧？啊，来吧，大伙儿都上来吧。所有守门员上场。哎，守门员，来来来来，走走。好，今天没有别人，就咱仨。那个我们不用换，但是小梅她得换。哦啊，等会儿她，等会儿她。行行行，哎，这帮人呢，今天也是这个拼了。对对，本来啊，这个我们这个服装啊、道具啊，其实都挺仓促的。你们看，同志们，他们的服装都准备的挺好的，可没告我，我还问他，我说我带大褂吗？要不你带着点也行。幸亏我带一身大褂来呀。这都无所谓的。这个哎，你看一个一个帅死一个，你看我就这样的来。哎呦，你怎么这样了？你就是穿这身你也帅。别说，这是六队哦。来来来来，大家都来、来吧。今天呢，就是大伙儿，咱们反正也是六队的一个封箱，封箱呢一年也就这么一回。六队的一个小风箱，就想跟大伙乐乐呵。好不容易呢，我们六队也算是部分演员啊都聚齐了。所以说又请到了我们这个乖巧的小主任哈、一块跟大伙乐呵乐呵。对，咱热闹热闹。对，咱们就热闹热闹。首先来说呢，大伙哎都上来了吗？高子妈没来呢。对。高子妈，你里边是真空了吗？我里头还有啊。啊，你就穿里边那多好。你别给他们看了，都看见了。啊，真是的，刚才我那他们就看见一半。不知道我这拉链怎么就拉一半。到时候优酷怎么播呀？不是不是，看不见的。不，人家会给你剪了的。不是，给您给您在这打一朵小红花，小红花。都不是重点，这都不是重点。只要你心不脏，它都是干净的。太对，这是重点。真的，对不对？人穿泳装的该表演不也该表演了吗？对对对。对，我要我要穿泳装上了也够呛，我这。不行，穿泳装还看显，穿泳装真不行。你要穿泳装的话，我跟你说，咱今天票得卖10000。我这么值钱呢？不是，一共卖10000。这怎么了？还值钱？来了吗？都来了吗？来了，来了。哦，都来了，差不多了。哟，怎么这么点人啊？对，今天有部分演员，他们有别的啊，让我给安排在新街口了。对，你安排的是吗？对。为什么？不管。把他们弄走，我就来了。来吧，咱们今天做点游戏吧，乐。好，来呀。好，既然这个年底了啊，我采访大伙一下吧。好，采访一下，那个你们别跟外人似的，好不好？咱们刚才你们那劲儿呢？对，你们刚才那劲儿呢？啊，那没事儿，来吧，说。哦，这样有点不太尊重队长。不是，毕竟你是个妇女。我老觉得高人要查了一身。啊，我来，我先问你个问题，哎。在哪儿？今年一年就是那个咱们这个。2023年开始，我没有一年，我就4个月。是，我没说这个，我说今年一年你的收获是什么？来，从这边回答。来，你的收获是什么？今年一年你想对自己说的？就这样吧，站这儿，站这儿。啊，大大方方的，对，像个男的。啊，能说是吧？能说呀。领队也是不像男的多。来，这叫什么话呢？收获还是挺多的。你说说我们听听。因为毕竟在六队来说啊，待的还是挺舒服的，确实这是实话。尤其是队长对我们也好。明年你甭管了。
我错了啊！你放心，那个他说话没用啊！太好了，太好了，确实是在六队挺好，尤其是我感觉啊，就是我的感觉啊，我女装不错。操，今年一年的收获就是收获了个女装。哎，高大妈，来，高大妈，我也说两句啊。你问我一遍，今年的收获是什么？今年我是收获，我没有什么事儿，一净在家待着，要不就小剧场演出。你先等一等，啊、你先等一等。三宝，你就替我演了八个呀？那三宝 A 组 B 组都有你啊，现在都管你叫六宝啊。我不想提这事，他怕他们伤心。你现在已经盼着张九南不要回来了，对吗？这样你的商演不断，对吗？那天我就觉得呀，不光是他不回来，关键你也得有事儿。你刚才还拉着我手哭呢，你刚才、啊。对，这俩是充分必要条件。就是说，今年的收获就是收获就是获得了很多的新朋友，比如说冯道阳啊。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哎哎哎！哎，还有个小熊，太气人了！这个，你还背着你弟弟来的？还是狗熊？哎呀，行，九成今年收获还真是不小的。来看收获最大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谢谢、啊。你告诉我你的收获在哪儿坐着呢？我看看，哎呦，我真看不见，我这眼神不太好。他的收获我看在哪儿、哎？我帮你找找。来来，你就站起来，你显个，你显个。在哪儿呢？他的收获啊？哪儿呢？啊，那摄像机啊，摄像机像话吗？没有。啊、哦，那儿呢？那在这边。啊，好好，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是什么女排的冠军？来，掌声鼓励。这同志们，天津女排蝉联15冠，不是蝉联。我在北京说这个吗？我的不是蝉联，人是20年拿了15个冠军，哎、最近六年能有，最近六年呢拿了5个冠军啊、然后4连冠。相声来了是干嘛的？你等会儿，你这会儿出正能量的，我打死你！明年你肯定不在六队了，那你接着说。这个以亲身的自己实际行动践行了文体不分家啊、很开心啊，这个来年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哦、就是意思来年他再找一个，不来年争取把更多的女排姑娘介绍进德云社啊啊啊啊，结婚结早了。不行，你的海拔差一点。哦，对了，人说都得找1米84以上，有那个1米96不嫌弃您的。行了，哎呦，玩笑玩笑，来，你别踩九海，来九海来。是，别在胸口挂了。不是，他这个身高很不容易。九海来，今年有什么收获呀、啊？哎呦，今年其实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九海今年的成绩不错 啊，就是挺开心的。然后这个师傅还能。提拔演了一个这八马褂，我觉得后来演完了以后，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还是少之又少，还得多学习吧。化学和体育还得接着补。啊、那这样能搞到女排啊？你就别搞。往上提拔一下，今年就努力学习吧。反正去年一年确实收获不小，但是呢，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也挺大的。今年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哎，好的，谢谢各位啊。来，小春，成绩很好，关九海成绩很好。我今年收获也特别大啊，这个是吧？首先来说，这个我这人属于比较内向的，属于那种社恐的人，然后啊，社恐的确社恐，也不会交朋友什么的。但是今年，尤其今年在六队，你也不能为你自己没朋友找理由啊。对，因为我跟主任差不多嘛，就是不找理由啊，都没朋友。对啊，但是今年的确说伦哥朗哥呀，包括九南，我们这些人关系越来越好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收获。第二个就是收获了一只海豹。海豹啊，的确很优秀啊，的确很优秀，除了那个没有准词，的确很优秀啊，的确很优秀，这是第二个收获啊。第三个收获就是跟伦哥真是好几个商演都延期了啊。这是收获吗？这是难过。其实兄弟，你说这明年会有的。我知道商演延期，这我比你难过，我比你难过。知足吧，你们那延期，我们那取消。这都不要紧，明年会，明年都会好的。对，来那个海报，豹哥，来学个海报，那个大学海报。没桌子不好学啊，地也不太脏了。这样不行吗？拍拍肚子。谢谢哥。
谢谢大家。今年一年啊，也那个时候我也挺丰富的。然后呢，那会儿跟九重呢演的一年也挺开心的。最主要六队呢，有在轮哥的带领下呢，我们一块儿都是就是很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然后这一年也挺快乐的，健健康康、高高兴兴的。谢谢大伙儿。来，九南，九南，你得说多说点了，因为这个九南是最有发言权的。虽然说我们在台上来说啊，总拿他这事儿开玩笑，其实哥几个都是为他这个担心，也是为他这个惋惜，因为都知道他很优秀啊，因为一些破事儿啊什么的影响他演出什么的，我哥几个也都说，哎，赶紧复演吧，赶紧让他演出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演员如果不能演出的话，真觉得自己折了一条腿，断了一条胳膊，是一样一样的，就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所以我相信这个阶段吧，九南会有好多话想说，然后正好借这个机会吧，啊，那个说两句。其实我没什么想说的，我觉得好了，回去吧，回去吧，因为九南也没，我真的没有什么收获，我就是失去了过了长假啊，对。我没有什么收获，就是失去了很多。对，就是我现在就是没事，兄弟，我没走，没走，放心。你是没走，但是咱两个人的世界融入了李云天还有冯绍阳。放心，就他呢，他我们俩就成不了。你别美，他还把你后院弄着火了，你知道？我就是没有什么收获，就觉得我失去了很多。我现在没有什么想法，也不知道有什么目标，我可能就是。加油！这不用你说。哎，我现在可能对我来说吧，我真的啊，心里话就是能活一天是一天，真的。嗯。哎，我完了。我就这么点，我没别的想法。来来来来，我下一个目标现在活到春节，真的是。来来来，这个赵楠不容易啊。啊，对你得那个，你得够一底啊。但我真不知道。你不能说能活一，各位，我能活一天是一天，就走了。好家伙，这我们说正说着你这扒死台上了，这怎么看？不，其实他很积极，他很乐观，要不然复演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带两个作品跟大家见面。对，那唯一支撑的点嘛，就是演出的时候写俩东西嘛，相声演员嘛，不能也没有别的手艺，也没有别的能力，唯一会的就是说相声，你让我干别的我也干不了，所以只能是你演出嘛，你就写俩新的呗，对吧？对，没什么。我们像我跟他有很多共同的之处，就是我们嘛，除了说相声，除了演出啊，或者是有点工作之外啊，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然后呢，也没有其他的社交。我不骗您各位，我俩啊都是比较偏于内向的人。如果说我俩在一块儿啊，两个小时我俩说几句话都能查过来的。你看我俩在台上啊，每个人都是这种。反倒我俩待的时候都没有话。嗯，他跟另一个人也没有话，我跟另一个人也没有话，就是因为性格的使然产生了。但是如果有第三个人的话，我们马上就变成另一个人，三人成虎啊，可能啊就是开始抖包袱。比方说我抖包袱砸他，完他翻你缸，我们就喜欢这种感觉。但是等到两个人的时候，就觉得，不要聊天了，好尴尬。就是这样，我就抱抱您吧，这么长时间陪着我的。差不多了啊，许你报那俩，是不是？因为后边还有新作品吗？有啊，有还有几个？写了一俩，但是一般，感觉就先不演了。哦，等于是130天出一个作品啊，行，去吧。给算账得给算，我得给他找个底呀、啊，是不是？哎，来你们，来来来，你们局儿，老狼说说。我其实这几年收获的是一个心态。不是，我觉得你今年收获的金钱不少。没有没有没有啊，他好几个世界杯都有他解说。那有什么辙呀，那些逗笑社压根也没我事儿、哦、我是为什么说是一个心态呢，就是可能这段时间大家过的心里都不是特别开心，不是特高兴。其实我跟大家一样，也有的时候有一些彷徨，有的时候有一些害怕，有的时候也有一丝丝的恐惧。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心态，乐观的心态，调整自己也能感化自己的家人，影响到自己的家人，知道什么是你最爱的人，什么是你值得奉献的人。谢谢大家。来吧，队长，这一年你收获了什么？我这一年我先说老狼吧，就是他刚才说这个话，就是都是老狼的真心话。因为老狼这个人是不争不抢，淡泊名利，就这种，有我的就有，没有我的我就踏踏实实在家里边去抢。真是那种，他喜欢家里边的这种氛围，对，喜欢给媳妇儿做做饭啊，照顾照顾孩子呀、啊，孝顺。对了，人家这是他的口是孝顺，他们家管着孝顺，倒着孝顺。但是人家现在我有什么迷茫的地方，我问老狼，老狼几句话呢，也会让我更迷茫。一
头雾水。对，问姥姥，姥姥，你说这怎么办？我说，嗯，哦，我以为他问你几点了呢。天黑了，你俩聊来，你俩聊。老狼老狼几点了？好粗鲁的泡芙啊！哎呀，哎，比吃藕也是强不了多少。都这样吧。今年一年的我来说，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以前来说呀，特别的较真儿，而且特别的钻牛角尖儿。今年的我呢，可能就会对很多事儿都释然了。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成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生活呢，就是让很多这种我这样的人嘛，就失去棱角，失去那种钻牛角尖儿这个死的想法，然后更开阔了，思维更开阔了，想法更豁达了。然后这样呢，你面对每个人，你发现都是优点。也不是的，这个我们不能说把棱角磨掉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棱角还在，我们只是我们只是转换了另一个形式积极进去。对，反正我就觉得，哎呦，看好多事都看明白了，看好多人的想法呢，我也看透了。之前我觉得那个人为什么这样想，我很纳闷，现在也都懂了。你也这么想了？对，也都也懂。要说你不能改变他，你就要改变自己。对对对，要改变世界，改变自己。后边这些人很尴尬。就这样。哎呀，小雨今年也算是成长的一年。哎，主任怎么样？行了啊。您怎么样？哦，我还说说，把自己越过去了。主任今年减肥瘦了30斤，很成功。哎呦，三十可不止，三十可不止。这个87年的嘛。对。哎呦，这个反正今年倒是减了一点重，这个衣服基本上也都肥了，但是哎，这个为了健康，我也不为了说多漂亮，咱也就这样了，是吧？对，你跟漂亮这个词儿确实不挨着。他老吃藕。你让这老太太给这老太太拉后面的，哥们把那帽子戴上吧。工作呢，其实我们今年安排了很多工作，但是种种原因吧都没有推起来。对，这个包括他的商演跟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一样，哎，都是一回事，很多工作没有推起来。明年我们会把这些工作全面推起来。对对对，这个让我们所有的我们旗下所有的买卖，所有的艺人，大家都能看到，包括古曲啊，包括麒麟剧社呀，郭老师还有心把太平剧社也恢复起来，就是评剧，郭老师还有心弄梆子，所以这个明年的任务会很艰巨，大家有时间多来捧我们，我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看，我们主任的发言就是这么官方，也作为一个正是真的好主任。主任，你来了一趟，我觉得现在也这是封箱嘛，也不能白来，是不是？咱们得有一点小游戏。来吧，你有什么惩罚你那帮学员的那个小孩的那种方式方法，今天都可以用到他们身上。哦，这么大权力了？对，好好好，来吧，主任嘛，那。啊，当年他也会。这当年我跟李友江、李友虫，我们四个一块上课，当时他是班长，他老威胁我，你再招我下礼拜我就给你开除。他老威胁我，当时。闹玩呢。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老这个小嘀咕，他那个九江班，跟你闹玩的。他老来这。来做游戏吧，快十点了，来，好不好？啊，好不好？全员参加还是全员参加吧？啊，他们参加，我不参加。哦，你不参加是吧？我当评这个裁判，有谁错了的话，我又没有锤子，我就给他们一锤子。做什么游戏啊？或者有那都告诉游戏吗？得有惩罚吧？都告诉你还能有意思吗？就是的，我来，我当惩罚者。行行，你来念惩罚拿什么惩罚呀？拿什么惩罚？我看看，拿扇子，扇子，先做题目，扇子有什么题目？扇子没什么劲吧？那个大姑还在呢吗？大姑，这个，大姑来瓶矿泉水，大姑。干嘛呀？玩上字啊！哎，来，你给我说。哇！谁说错了，我就当一个。我没找着别的道具，来，你说。行，来，那咱开始了啊！是说排一个队问问题，挨个回答。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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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们先站一排啊！展示一下我的身手。那我们竖着排队练吗？啊！哎呦，我在问大葱，你还是男高音呢？来，咱们进行第一个游戏啊！跟我身上打脑袋啊！不是，让你们排一队，让你们排一列，排一列是吧？排这么着是？你们斜着点，斜着。不是，是横排，就这样，就叫横着。
拍，像刚才那么拍，你干嘛呢？你们那个，哎，聪明的，你上最后一个，对，是吧？是那么拍吧？怎么拍？就这群人哪个聪明？你看，我一会儿我晕了，我晕了。对，不是，你们得分清前排和后腰狗的队啊。嗯，组织纪律太难了。干什么都得第一个说呀，我先来呀。比我们龙子科学员差飞了，我跟你说吧。大东出题，我这站住了。哦，这么站着呀？不，别这么站着，转着，这干嘛呢？领白菜去呢？这是客户在那儿呢。这边冲这边。哎，这样吧，你们先过来，哎，你们先站好，我先简单插一个题目，我来，你们站好了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说向左转，你们就向右转，看你们的反应啊。预备，向左转。不是说 C 位有点不向左转，就是向右转。我来，你怎么不转呢？你怎么？谁没转？刚才谁坐了？你高大妈都没转，好，这倒转了360。行，这整个小陀螺。哎，这题我肩扛。这游戏出来，说反义词，蹲下就是起来。对了，好，再来一个啊，那个向右转。哎，你给我别动啊！看谁错了，你跟我说。你容易把高大妈打死，我告诉你。高的吗？我赚了！啊！这应该算是情杀了，这是。给他们还有你呢，你干嘛呢？我负责监令。凭什么呀？那仨监令。仨贺字呢吗？这没毛病。倚老卖老。哎，你叔叔。你叔叔还你大爷？哪有你叔叔？这会儿没有亲戚的关系。快下一题目来。出题。来，民以食为天啊！民以食为天啊！从这边开始啊！从这边开始啊！迅速说啊！迅速说啊！打完就我扒了啊！你说。迅速说啊！迅速说啊！准备啊！开始。说出一个全国。着什么急呀？你怎么不是抢答？挨个说。不是抢答。你这六队都是什么智商？都是。最后这题出完了，我能要求我输了给我装盆里吗？我怎么看着打着那么疼呢？这就来吧你呀、啊，你放心，你得拿木盆、啊。我这人从不手软，是不是？对、啊，我感受到了。每个人说出一个全国各地的名小吃，要有地点和小吃。好，小梅，因为河南烩面。好，天津宿舍楼底下那嘎巴菜，这么多呀？天津嘎巴菜，这绝对的算。武汉麻辣小龙虾，等会儿，算武汉麻辣小龙虾算吗？算。为什么武汉不说热干面呢？这儿的这话筒来了，就直接说了行了，不用够话筒。哈尔滨红肠、北京烤鸭，他说俩，打一下。我吧，我站着。我为了毒死，我想毒死一个。谁让你说俩的？嫌你？那为什么打你？那为什么打两下？这回你我会轻点打你们。高伟强，你能不能抡着你们？你好好说。石家庄安徽板面。干什么？干什么？石家庄安徽板面。你给我站好了。去查查去。不是，这真有哥。安徽板面。我问了，有安徽板面，我知道。石家庄有什么关系啊？石家庄有吗？不是有没有安徽板面？它能是板面？最早起源于安徽，但是流行于石家庄，所以你百度百科查，它也叫石家庄安徽板面，懂吗？山炮，怎么了？用你解释。我这也是现编的。这没打吗？给我过来。就这反应，这反应，坐了啊！来，李九江，打吧。广西桂林米粉儿，广西米粉可以。为什么不说螺蛳粉？难不住他。南京鸭血粉丝汤，哎，他这个好。再来一轮，还来呢？谁说不啊？还来一轮？就这样就来一轮了。来一轮，河南胡辣汤，哎，这算。他是离不开河南了，他。成都冒菜。好，这冒算对。东北铁锅炖，新疆烤馕，算。啊！来，重庆火锅，重庆火锅算。潼关肉夹馍，
可以。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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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轮加速，加速，还有一轮。三，打吧。一，太快。美式汉堡，过车，过车。哦，美式汉堡。对呀、啊，这不是当地名吃吗？我说的中国，中国。广西柳州螺蛳粉。陕西刀削面。陕西刀削面。山西刀削面，不是，我石家庄我没说呢。你给我站好了，你给我撅好了，我没说呢。哎，我没说呢。你自己把屁股，你那给我撅起来，撅起来。我操！别躲，兄弟。我呀，都该我了吧？嗯。西安羊肉泡馍，哎，吐鲁番葡萄干，可以，可以，好，三轮可以了，这谁错的最多？还有问吗？我们，石家庄冠军，石家庄酒蒙子，好了，我跟你说啊，他是没让我说啊，请队长你站到每个人身后啊，好嘞，注意啊，下一个游戏叫九九乘法表加二，加加加二，什么？这怎么玩啊？这怎么玩啊？怎么玩啊？比如说二二得四，你一定要说二二得六。就是在有节奏。比方说四七二十八，你一定要说三十二啊，三十对。啊！打打打！打怎么这么打？怎么这么打？不是不对，这是谁的眼镜？太晕了。我的。这是治那眼球震颤的。来吧，来来来，投一个。我去。不是，这有点这个。你往后站，往后站。注意啊，小梅注意啊，注意啊，我出题了啊。我很快啊，你很快是吧？我抢答这个。干嘛？这是抢答吗？不是吧？你好好的，不用抢答。他说他死活太快了。嗯，来，九七四十八，打，九七四十八吗？来，注意啊，七九四十六，七九多少？七九十六，两头凑。七九六十三，七九六十三。啊，好嘞。来，观众还注意啊，观众还注意啊，是意思吗？六二，说六五，二六五。好，你们不许帮抢，你们不许说，你不许说啊！来啊，八三，二十六，好，九五，我操，这是就为了打，这是，我还有大的，上来，来高老太太，来高老太太，来打，我没说呢，来给他个机会，七五十二。多余给这机会，惩罚七加五，惩罚啊！不是，他还没睡醒呢，他是把概率全压在蒙上了，你知道吗？来，七五就十二，惩罚。李九江啊，九五，四十七，他可好？咱们看最明白的这个啊，明白不？我也一般。他这两天可能打八五，打四十二。可以，再晚两0.1秒。这也不主持，也不惩罚。来一个，给他也证明一下大学毕业生来。好，来，注意，狼言啊，狼言啊，没问题。谁说的1758？你要我歇死他吗？七四，三十。哎，大学生就是厉害啊。来吧，注意，同志们，咱换个题目行吗？哎，好了，现在改加法了。这加法行，全变了。加法我那对。哎，接下来改加法了，注意，加法加二啊，加法加二啊，加法加二啊，来，四十七。他比我还快呢。好，四八，三十二。这他怪着呢。不是，他这孩子连初中都没上。对他来说太难了，是他不玩麻将，这叫什么姿势？我看你这臀太翘了，你这多打一下啊，哥！来，加把啊，注意啊！好好来，好好来，来，八六，十六，二八反了吧？反了吧？加法加二啊！反了吧？八六十，好，打我一下得了。来，注意啊！鲶鱼，
九八，二十，不对，不对，十九，打我了，不对，打我了，还怎么着？注意啊，注意啊，大狗，六七，六七五十四，五十八，我加法。该九来林九江，该九成了，该他了。啊，老有、哎、老有一个漏网之婆。我说你今天穿这么厚呢，你可没打这儿啊。来，打到底。八五十三，十五，没加。来，六九十七。白队，我先打完队，对不对？我问你打应该来张小白，张小白，不是，我只在我时间内我就打啊。四十二加五十八，一百零二。多少？一百零二。你等会儿，这没错。四十二，还真是一百零二。对，四十二和五十八，这是一个最巧妙的数字。对，哎，我们刚才商量，我们要求考队长一回。来，来，好，队长注意，队长注意，惩罚啊，先说惩罚啊，啊，惩罚啊，惩罚加二啊，惩罚加二啊，你给我上一边去。九三，九四，九三，二十七，二十九，二十九，我说出来了。来，加法，加法啊，啊，二十九，加法啊，八六。十五，打打打，十六十六八六十六，来来来，下一个游戏。刚才谁打我的？九成，你看谁拿着盆儿？刚才就是九重。自己拿着的。对，刚才谁打我的？你都看着了吧？谁？好嘞，好嘞，不是，再来一轮。哥，您听我的，回头看优酷您就知道了。注意啊，接下来的题目比较难了，请说出一个A B C C 式的成语。哦，我先来。不行，对，从这儿来，不是，是吧？从那边来。行，张小白，张小白来，来，小白，神采奕奕。好。李友江，逃之夭夭。好。我去尿尿。怎么了？那他妈是成语吗？我觉得对，是，我觉得对。那是成语啊，就是。这在这是高九成说的。对，那叫高九成。就你这，我要尿尿，能给你打到十斤。打呀打呀！我去尿尿，虽然说这个结构是对的吧？对。但是不太雅观。雅观？对吗？好，我算你的。行了，没想到你们是尿友。仙人板板。这有点像骂街。什么骂街啊？算打都打完了。仙人板板，你给我上一杯这板面的。衣袂飘飘。啊？什么飘飘？衣袂，你没听过白胡子呢？对，衣袂飘飘。衣袂飘飘。你看看。爱过今生，还有你知道。行，你别陶醉了。来，浓烟滚滚。这浓烟滚滚是成语。是浓烟滚滚，还不是主任白当了。言之凿凿，哎，好，哎，好，再来一轮，再来就换一个，还来一轮啊 ？A B A B 的来啊 ？A B A B， 对，等等，从那边开始，为什么不能从中间开始呢？对，从中间开始，对对。A B A B， 这不就是叠词吗？有啊有啊，就是队长队长，对对对。心意，这不 A B A C 吗？去从这边来，从他来 ，A B A B 去 ，A B A B 很多很多，咱能不能让，咱能不能让一个学历高一点的出题？降低点难度。古色古香，那是 A B A C， 去死去死。我来个，滚蛋，乐呵乐呵。你这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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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是成。开给欣欣。开心开心，高兴高兴。来，咱们简单一点啊，咱 A A B B A A B B A A B B， 高高兴兴，好，大大小小，好，吃吃喝喝。哎，使劲。飘飘扬扬，什么？飘飘扬扬，飘飘扬摇摇也行。飘飘扬扬，飘飘扬扬都行。都多着。摇摇晃晃，好，该晃了。白白净净，晃晃荡荡，太多了。来，他没说呢，他没说呢。这边有，拉拉尿尿，打呀，打呀，没有这个。来，再来，再来一轮。小伟，好 ，A A B B 的 A， 九江哥刚告诉我，千千万万。你，
他把我说了。过来。洋洋洒洒。啊。又打我，不想听。祝你发财。这也不能打，这也不能打。我说的对，这一打把财运打没了。好，这样，这样，这眼睛是血。来来去去，这怎么样？小莫哥，那也得打，那也得打。又打又擦着更疼那个。这是高九成的儿子笑了。打打闹闹啊。你死家伙。你想的过。好了，咱们下一个游戏了啊！下一个游戏，对，下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我现在终于知道李小葵为什么走了，还真是李小葵呢。他走了，他那个就是不在了。行吧，这个接下来呢就没有什么正确答案了哈。接下来这个题就比较难一些了，请大家思考好。哦，请你用一句话证明你是领导。怎么样？把想好了就说。对，把他们都叫上来吧。我是说他开始呢。哎呀，一个字儿，绝。哎，不错嘛。好好好。哎，等到那个今天游戏结束，奖励你个盆儿。给你直接摘吧。来，还有谁？你来过来说来，你啊，过来。我简单说两句。可以可以，来。哎，这也不错啊，这也不错。来，到你了。没按顺序啊，这这么来的，乱着来吗？来来来来来来，我让我秘书跟你谈。也可以，来。孩子，别花钱。过来，来，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这个他们不懂，只有咱师傅这么说。我师傅每天都劝我们，一到过年啊什么的，我们展示一点孝心的时候，我师傅就是别孩子别花钱，挣点钱不容易，就替我们考虑。这个，对啊，解释一下，我们师傅特别的好。哥，这个时候大点声。我的师傅师娘特别的好。来吧，还有谁？换下一个游戏。到你了。有啥？我看谁敢打我。我看谁敢打我。哎呦！你这不是领导，你这二流子，你这是。不是，你这不是领导，你这社会大哥。我来说天亲。我给你揉揉。我给你揉揉。来，老狼。没什么包袱了，今晚加班啊。要要，哎，都可以。哎，你说一个，没当过领导，来说一个。下班别走开。坐坐坐坐坐坐坐。拿我当没个人。有点样。好，第二题。来，接下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了哈。假如说你离开德云社，你想去做什么？有排球教练。开球教练，开除教练，谁开除教练？来，那边来来，没想好呢，哥。啊，谁想好了？没想好。来，再挨着来吧。谁想好了就证明谁想走呗。张准南不太想那个这个问题。打排球。打打打！你这是篮球，你这不可能。小白早知道你找他就好了。你我站中间，你把头往下撅，手按地球，屁股撅起来。那个机器都关了吧，赶紧的。关完了。关了吗？来，还谁？主持人想好了啊！多攒的事儿。什么问题，主任？假如你离开德云社，你会去做什么？养鱼。当鱼回
回归大海，对不对？假如我要是离开德云社了之后啊，我卖花，卖花。为什么要选择卖花呢？因为有观众买花给演员送，我知道这内幕。哎，我看见过，你知道每天上台我都能看见有优秀的演员收到花，卖花啊，卖礼物啊，卖票啊，要是没有正规的就倒啊，就是那个，是卖买卖，做买卖。行，还有人说没有了，酒海想好了。我永远不会离开德云社，打死我吧。好。人没事，你离我想点这个，不是我想点这个，开除嘛，没说离开，我多的说开除了，对，别说离开。这会儿，那我说的是假如说，可也没有这种假如啊。九海这个挺好的，但是这会儿你撒什么狠啊？你吓唬我有什么用啊？吓唬你，谢谢哥。因为他那个工作不用离开德云社，工作时间不一样。但是他不离开这儿，过分。对，来，怎么了？有点过分了，他这。嗨，你们俩让我躲点。好了，哪能跟队长这么说话呀？让我挨打呢来着。还有人没说吗？告诉人了，想好了。来。我刚刚要说，他都给我说了啊。这不适合打，你说吧。终于再问我一遍什么？假如，你是不想离开呀？你离开德云社，你会选择做什么？我就去给师傅捏脚。李友江想好了，我想好了，我离开德云社，我就陪着伦哥。哦，你那意思，伦哥也离开了？不是，你别拉着我，另立山头。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说您再给我带准他。再等八个月就回来了。等吗？行，挺有意思。现在请你们去后台搬一把椅子来。你们这都什么游戏？这是这不要那个，不要了吗？不要那个，他说那个，他是那抢凳子，是不是？抢那个凳子吧，我怕因为他们这几个体格，你看那才合适呢。您考虑我们俩，你拿我们俩当人吧？哎，为什么搬一把凳子呀？你俩是第二把、第三把凳子，你知道吗？真的要抢吗？真的要抢！你们每个人去后台搬一把椅子，谢谢你们。哦，每人都搬那其实少搬一把，对不对？相开始得。哦，对吧？你们班就你还有他呢。好，这会儿咱们聊一会儿吧。对他们就搬完凳子，那个搬完凳子之后啊，咱们的结尾这个游戏也差不多了啊。围圈。对，这队长，师哥您坐这个，这软和垫儿，师哥。行啊。有沙发。哎，这软。师哥，你有点坐不过来。是，来，咱别闹啊！一会儿那个，咱就来个小抢凳子小游戏吧。因为啊，演员不光那个语言上面啊需要那个口齿清楚，但是也需要身体上来健康。没有一个好身体，这仨，对，这仨是吧？这仨就是几个人干？谁做这个呀？哎呦，窜天猴得叫什么呀？一下做仨是有点，当时死仨。现在是几把？六吧，朋友们，德云社多惨，椅子都没有统一的。来，现在来七个人，还不玩？我就说不玩这个。啊？现在是几个？谁做这个？谁不敢做这个？四五六，几个人呢？二。哎，我给你找一鼓槌去吧。干嘛给我墩哥弄掉了？来吧，哎，小心这行不行？搁一边，你居然能蹲下去？要白减三十斤啊！这个就有说法的。站好！准备！来，来，咱们收尾游戏了啊！我们七个，六个椅子，我先看看你们怎么做。好，玩吧，行。来，
来，张伦，请你面冲前方。对，有您。我要挨着小梅。小梅，来，请大家走起来。来，一二三，走。请大家走起来，走起来，不要离椅子太近，走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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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椅子太近，走起来。停。果然啊，这果然体格小还是吃亏的，这就看出六队这个体重大还是占优势的。你也是没练过排球，我告诉你。来，请大家走起来，走起来，请大家走起来。你多敲会儿，多敲会儿。走起来，走起来，不许摸椅子，不许摸椅子，不许摸椅子。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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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几个人，来，请你们走起来，请你们走起来，离椅子，张九南，走起来，走起来。没事，我让个鱼结束了。现在已经是半场了。这是不是对这边人有点不合？你看了吧？哎呦，要说这后几场子就是聪明。来，走起来！你多敲会儿，你是怕累是怎么着？跑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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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谁犯规？犯规了，犯规了！走起来！北京跑，来，北京跑，来，好，北京跑，还挺自信。留了，出去下去。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呀！看懂关秋海你的脑子呀，看来他怎么赢的。哎，来，袁天赢了，这手慢也有好处啊。哎呀，手慢游得快啊。他不是九海的智商都放在后面。来吧，请你们跑起来。没想到道二就是道二，都生存下来了。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离椅子远点，离椅子远点，跑起来。哎，这人跑快点可以啊！来吧，生死之战了，离椅子远点啊！好，跑起来。反正我不累。跑起来，跑起来，离椅子远点。最后谁赢了？张九南赢了。张九南赢了。对，好嘞，有奖励的。我那盆呢？哎呀，我这盆呢？盆在那儿呢。啊、哦，行，给奖励你个盆。谢谢，这还是九重的，送九重的宅基地，这是。哎呀，九重，你们家拆迁了。关键他这拆迁了，还随时跟着他走，哎、到哪儿都能拿着。哎呦，真好啊！行，差不多，还有什么？下来再说吧。什么？我想听听。这太清楚了。国家录制社会。哦，什么意思啊？什么玩意儿啊？那个行啊，今天挺开心的啊。嗯，这个该累的也都累了啊，这个该玩的玩了，咱们一年到头了，也差不多，人家观众也说了，给人家当一个。对，给谁当一个呀？刚才都当半天了，唱一个吧，好吧？好。
咱每个人都展示一下，好不好？好，来，从那个哎，主任开始。别，来吧，来吧。好，从这边开始。小梅开始吧。小梅开始。站在中间，站中间唱去。表演什么呢？你们？表演咳嗽。唱一歌吧。行，唱什么都行了。封箱了吗？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这是你自编的词吗？第一段和第二段还混着，因为唱错了。这可能是他自编的曲儿。这什么玩意儿啊？你是不是想唱那个《我是你的蝴蝶》，翩翩飞，来到你身边，不顾一切，风里来雨里去，寻你千百回，今生今世与你长相随。嘿，大家嘿。他唱了两只蝴蝶，你想想，一个一个来，别耽误时间哈。唱一个这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吧，行吗？那个，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座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高潮咱俩唱歌怎么着？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吓我一跳。因为我都不知道，那你肯定知道。我听过这个，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这是说了啥？不要说的话，我没太多时间。有非常不错，对不对？这有点那个小蓝调的感觉。啊，该你了，他没调完呢。一会儿说牛去，说牛吧。来，鱼给大伙来，给大伙游一个啊，游一个。一天大大的日，躺着睡马溜，雨也停了，天边的荷塘里到处是泥鳅，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我们捉泥鳅，谢谢。来，这是我们给你伴舞的，你要自个儿唱一个。如果说爱你只是一种罪过，我也许做错太多太多。谢谢。你还是再跳一个吧。什么玩意儿啊？还没尽兴呢就结束了。我能不能不想唱？可以。行吧，你不想唱，你跳一个呀。对，行。那我说两句吧。行吧。啊，对，说两句吧。非常感谢，在我来六队几年了，哥。四年了，三年，2019年来的啊，来六队三年，到底几年？哎，来六队好几年了，然后呢，就是你来了就挺演的是吧？也没有吧，就是反正很开心嘛，跟轮哥啊、朗哥啊，然后还有九海、九重他们几个在一块儿非常开心，可能就是真的是。对，我现在你这让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表达。我觉得我这个人活得越来越自闭，越来越闭塞，我也不知道去说什么。让我唱歌，我真的不爱唱，我也不知道去唱什么，唱什么都是不应该的，所以有时候不想去表达自己，就是不是故意的，也不是说不想去唱。但是在六队来说，真的是很开心的每一天，喜欢在后台的氛围，喜欢出差的感觉，喜欢每天在后台演完了，大伙儿能一块聊聊天，轮哥带着一块儿去写一些新的作品，哪怕是就是下午演完了，中间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去商量晚上的，或者说晚上演完了一起去外边喝酒聊天什么的，都是我最开心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性格呢，不招人喜欢，真的不招人喜欢。我说的是，可能就是朋友之间吧，
一般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人缘，大伙儿都不太喜欢我，但是我觉得他们几个对我像对朋友一样。先开始我把罗哥当哥哥，现在我拿他当自己真的亲兄弟一样，亲哥哥一样，他对我好。然后呢，朗哥也是，包括他们几个吧，我也不知道去表达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活的还是，反正我在六队很开心啊。也谢谢各位吧，长时间谢谢各位，长时间三年以来对不管是你们还是你们对我的包容，对我的谅解。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这个人可能性格就不太好嘛，去可能无言就是一些伤害了谁啊。这三年我很开心很开心。哎，虽然说那个气氛被九南搞低了，来这九江来把气氛活跃起来。来了。唱两句歌啊，唱两句歌。没想到啊。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哎呦，九江啊，这九江，九江后台就是我们的开心果。刚才那一下挺好，来了，太逗了。但是你唱这个歌，就是明显暴露了这个咱们这个年龄，还有喜欢你这个歌曲这个阶段。他唱这个《痴心绝对》，我相信只有八零后的人啊才会听过这样的歌。啊，我也听过。对的。对对对，喜欢这样的歌很少，但是能唱出来不容易哈。九江江，来排球，来排球。是想表演个打排球，但是没带着啊。唱个京剧吧。行，唱个《淮河营》。好。此时间不哭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得咱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直了李左丞，右手在把乱步拉，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爬。京剧啊，这个国粹，一般人来不了，这也不好来，都是觉得这个节奏慢。现在我们这六队只剩几京剧的啊，小白来吧，好唱。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来高阿姨，又到本老太太了，又到本老太太了。这个老太太来，老太太给我们来好一个，我这唱吧，来一个啊，刘伶醉酒，来那什么吧，那个行，那可好了。呜呜呜呜，这个起低了啊！呜呜呜呜，花马放，到你了！呜呜呜呜呜呜，花马。清风剑，江山无限，夜一沉，昼一沉，星月轮转，是这个吗？对。但我们不听，我们要听别的。我们不听这个，我们听别的。那谁，情愿，情愿，情愿，对对对，情愿，那都是歌。每次无眠，你都浮现。是不是这两句倒了？他怀疑罗哥跑调了。每一次，每你是不是要唱我啊？我知道了，哥，你要让我唱那个。每一次无眠，你都浮现。你家你的小船。
孙李无间。对。就这么再来，你给他说活来了。唱唱唱，我就不唱了，我换一别的。行，唱唱一平戏，唱一平戏了啊。你再点一个。刚才我听主任说了，那个那师傅太平剧，太平剧社那个开始。来里奥溜溜。我们给他点的，哥，我们给他点。行，这样他能多唱点，快。刘玲最啊，刘玲对，刘玲。来里奥溜溜，好酒的拿。叹如今权臣当道，人伦大变，读书人逢乱世，有口难言，我只得在最终逃灾避难，哪怕人耻笑我狂妄疯癫。我不听这个，不听这个，我不听这个，听别的。你快来，这是我点的，就是这人点的，听队长点的，你得听队长点。你是不是不对？没，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对，开玩笑，你回去吧。我都说开玩笑了，干嘛呀？你敢是九成的麻将，又不是你专场。来来来，打球来好两嗓子，快点的。来，好了，我们今天的演出就到此。这主任唱什么是好听，知道吧？唱一个，大花轿特别好听，唱一个。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再见。要不让通哥给谁在天津德云社门口喊那喇叭那个得了。但是你的才艺不够，对，今天给不了你钱。主持那个又回来了，打话呢。仙儿怎么上来的？仙儿，东边不亮西边亮啊，晒尽残阳我晒忧伤，就会两句。对这个，老狼，来老狼。你给他喊一个，我唱一个老歌吧，不行，好吧，不听，小鬼念经。我们就听那个，哎，来这个 Jicky 快来，我下午都来过，来一个，哎，来 Jicky， 找 ，My name is Jicky， 快点 ，My name is Jicky， 给我一拿眼镜。啊！快点，一会儿凉了。My name is Jicky. My name is Lala. Clam clam cha cha cha. Jicky boom boom. Jicky boom boom. Jicky boom boom. Clam clam cha cha cha. 来一个，你过来，让你唱一个。那我刚才干嘛呢？让你唱，谁让你跳了？跟摸不着的卖门了，我唱一个吧，唱一个老歌吧。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有着千万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都挺好的，来个好，我来一个啊，唱一个漠河舞厅吧。对，我从没见过几人几啊，曹什么词儿？从没见过几，从没见过几光出现几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黑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我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温柔我。你为什么点这个？我不会这个。再来一个别的啊，来一个，我来一个什么吧？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好吧？好。来一块儿会唱的一块儿跟他。
来一个，再来一个吧。相思赋予谁？你说明月妆台浅浅之年华，偶然谁弹碎，后面的词儿我不太会，不知道你是都是谁。这词儿我确实不太会了，好久不唱了。那个今天也是太长了，后面这么多人都唱这么多呢。简单唱两句吧，简单唱两句。从那个走歌部分。走过岁月，我才发现时间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中人才了解。生命经不经的情缘，总要过完一生。从此这些天中下真的人人，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长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盼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等了好久终于梦到今天，盼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累也不说累。天下第一等，得唱一遍得了。好，他六结尾六的这歌吧。天下第一等啊，结尾六的这歌。好，结尾的天下第一等。六的这歌。天下第一等，天下第一等，好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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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弹棉花的孩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叶老师。没有，没有，要下班了。吓我一跳。来了，养心的红巾，祈求挂海的红巾，莫须病，莫须病，亲爱丢丢你的小心。养心的红巾，祈求挂海如头顶，莫怨天，莫留情，命心命白拢心一心。七杯酒，两家饮，三不挂心嘛来到临。大别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定，是缘分，是注定，我慢慢来撒劲，不惊风，不惊影，有情有义啊好兄弟。爹爹啊，立功林，几多就看笑脸心，求名利莫了心，千金难买何怜心。这歌唱的都是有含义的，有意义的。嗯，有一天你们听这个，也会另一番景象。为什么唱这个呢？因为啊，六队即将会有一个变动。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弄这么一场的原因，等到再开箱吧，可能人员就不一样了。当时具体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只是留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吧。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另一番心情。虽然说今天也是封箱，可能也是等待着开箱哈，可能也是小小的离别，没有关系啊，都在德云社，然后每天都在大家庭里，对，都在还是能开开心心的。对，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还得唱起我们最后的那首六队队歌。哎，有请主任来，来吧。啊，不想说的太伤感。对，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都是好兄弟。来，唱一首。哎、一会儿散了喝吧。来一首六队的歌，好不好？来。噔个儿噔个儿噔个儿哩个儿噔个儿哒哩个儿噔啊，个儿噔个儿哩个儿哩呀。天桥起高了，好像。天桥就得高。天桥。噔个儿噔个儿噔个儿哩个儿噔个儿哒哩个儿噔啊，个儿噔个儿哩个儿哩呀。
天桥没有桥啊，怎么样？戏台是人搭的哦。酒楼茶园的原本在平地，咯儿楞儿里咯儿里呀。你刚下了台呀，下去不？我又登上去，来了您。颠来倒去，倒去颠来，后台是通着的呀，咯儿楞儿里咯儿里呀。您要是听相声啊，知道德云数第一，没错，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全在柳队里呀，咯儿楞儿里咯儿里呀。您往这台上瞧啊，漏漏没一个能看的，不能，也就是我这个队长长得像宋仲基呀，咯儿楞儿里咯儿里呀。刚才这玩笑的呀，知道别往心里去，哎，祝福大家身体安康，生活甜蜜蜜呀，哎，万事如意。好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芳香演出就到此结束了，咱们开箱再见。